什么是宝地？什么东西？我刚刚我网络款的影片应该不是安呢，差不多啦，啊，就蠕动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吗？哎，那很有魔性的，对啊。而且昨天蔡庄才约说，哎，走啦，我们去看叶宝地，是要看一粒吧？没有宝地，没有一粒。我昨天才知道叶宝地根本不是先发，他是啊，他有吧？没有吗？他没，他有先发吧？先发等级的，他有啊，他会每场上吗？不一定的，他不是不，他没有一定每一场上，嗯，但那不是重点，重点只是要看一粒，重点是没有，我们重点是要看一粒跳叶宝地，对对对，其他无所谓，所以叶宝地没上，那不是鬼开海聊聊，哦，就没有看，没得看，哦，那李贝到底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叶宝地，我知道，你知道一粒，不是一加一，一粒，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跳吗？你会跳？我不会跳，但我是看那个彼得潘跟苏珊他们跳的，他们有跳。我是看那个啊，出卖了你的心。下音乐，好啊，好啊，好啊，好。你看苏珊跳，我看苏珊跳的。那你们还有正版的？没有哎。不是这样，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我这里受限空间了。他的意思说没有受限空间，他跳更。来，等一下拍支 reels。艾斯曼拍支 reels， 先不要。来来来，徐天龙今天没有说欢迎徐天龙 again， 也不代表本台立场。大家好，我是嘎哥，我是李贝，我是大头佛，我是爸比。耶！欢迎回归，哇，回归。回归 long time long time， 不是搞得好像他现在已经是固定班底，然后一定要来就对了。对，然后没有来，大家还会说哦，怎么没有爸比不听的？他以前明明就只是个来宾嘞，现在已经变成固定班底，几乎被大家敲碗啊，每个礼拜都要来的，对吧？对啊，来了跳姐还有宝弟耶，我来啦，等一下拍啊，等一下拍，我走这一段可以，这样可以吗？你在打泰拳吧。你三溺水啊？那个是溺水，溺水是上面的，有差有差。那个是溺水。好，我尽力了。我觉得现在啊，现代的人在看那个棒球啊，很不对啊。我在看 focus 的那个都在看啦啦队嘛，真的。而且我要不是因为那个啦啦队，也不知道说啊又多了一队啊新的，好悲惨，还以为他还在二军，去年二军就打一整年了。然后我还想说哦有多一个队新的，那没想到认识这队新的是因为啦啦队才认识的。哦，来来，李贝知道我们新的这个职棒的第六队很难哦，不知道哎，你哪一队？哪一队我真的不知道，亏你真的假的，真的亏你还开题的，你我电视都打嗨吧？我每周都看兄弟啊，你只看兄弟，兄弟有对到台湾，有对阵到啊，会对到啊，好啊，看兄弟会对到啊，好，来名称叫什么？哎，我不知道哎，那什么什么企母企业叫什么？哎，你刚刚讲台钢，同有台钢什么？台钢。台钢我不知道什么，连你儿子都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介绍啦？你没有跟我介绍啊？绿色，我是介绍色，你要听啊！我已经在介绍这个绿色的是那个老鹰哦，哎，雄鹰啊呢？好，哎，对吧？台钢小台钢雄鹰啊，台钢雄鹰，台钢雄鹰啊！原来如此，哎，没有不是，但刚刚讲到啦啦队，我发现现在新闻也是，以前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说，哦，我们这一队补了多少洋将，多厉害，对，然后现在新闻报的都是。我们补了多少韩国的啦啦队？啦啦队哇，还有日本的来干告呗？对，我想说，哎呀，球员呢？要不要换个位置？啦啦队下去场内跳，然后球员上来上面应援哦，在上面一到九局都是啦啦队在跳，然后中场休息才是球员在打。中场休息，大家去买便当、上厕所，来开始打打打球这样。啊，啦啦队跳了，刚回来啊，刚回来啊，打东西，这不对嘛？啦啦队。本应该是加分的东西，对啊，大家 focus 变成啦啦队，嗯，我看连 Josh 都去拍一粒，大家点阅特别高，他就架在一粒前面，然后在那边拍他，挣钱，那点阅就特别高，因为我也点进去看，你也贡献了，因为他其他影片我也没有每一部点，哎呦，敢拍一粒啊，那我来看看一下，把香虚到，就他有个魔性，会让人家一直想看着他。因为我也是一直滑一直滑，然后就发现说，哎，他真的有个魔性，就一直想一直往下看，很可怕。你是说啦啦队还是舞蹈吗？真的？你看他其实也不是前凸后翘型的，
这样是你知道身材吗？身材的部分它就是比较不能跟圈圈匀称嘛，匀称匀称，圈圈是炸裂炸出来的，但它不是走那挂的，但它就会有个自己的模型。哦，你就盯着它看。对，然后还有那个拉拉队，前一阵子我认识一个拉拉队的热衷球迷。哦，我以为你有认识拉拉队的球迷。介绍一下球迷，对。专门去买法香区然后进去拍的，没错。他说那些法香区的人其实都是认识的，比方说这个位置假设是陈大哥好了，今天陈大哥可能没来，他把他的票就是这个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就是陈大哥的朋友来，他就说哎，陈大哥今天你怎么没来，然后你就要说哦，因为陈大哥怎样了，哦，所以固定的，固定的全部包下来了，没错，所以他们都知道那几个位置是谁这样，所以一般人去不能进去他们的领域的，他马上大部分买机票，我是已经没有办法买到了，除非你认识机票买完，位置没有固定啊。他好像可以选位置，就是我这个位置就是他，三 A 这个就我的，就陈大哥的，没错。然后三 B 就是王小姐的，对，是哦哦，包起来哪一队？你们认识是哪一队？乐天，因为乐天去年因为那个李多惠很红嘛，拉拉队，所以那时候就一群人就把那个位置包下。那他们会随着他们喜欢的拉拉队员转队，他们也跳槽吗？你说我就是追李多惠跟追林湘了，但因为跳去卫权了，所以你知道他们跳了吗？我知道，这我知道。好，知道。然后有这个新闻，我就跟你说新，对我就说新闻都不是在报球员，都在报拉拉队。对，所以拉拉队，你问我有谁，我知道啊，球员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你知道几位球员跳到台钢的吗？我不知道啊。哎，你看，对啊，因为你新闻没报啊，真的，我不知道，还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每一队有被调去嘛，被抽过去，有啊。对啊，新闻都在报啊，就是一开始好像是林湘先跳啊，过没多久你都会回来又跳，我就哦，新闻每天都在发楼哎，对，然后都没在讲球员，球员呢，你讲几个台钢的球员听看看呢？哦，这我不知道啊，叶马蒂是因为侯一中总教练，还路易斯，还路易斯，你知道路易斯？哎，路易斯，你知道路易斯吗？路易斯，哪一个路易斯？路易斯回来啊！路易斯啊！哦，你就他回来当教练。对啊，你看这个新闻没有？叶宝弟大。路易斯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很早很强哎，他很强哎，很久很久以前的路易斯。这我知道。你在路易斯界人嘛？我知道，知道那个路易斯。哦，我不知道他回来当教练。对啊，来当教练啊。哦。这个这么大，这么大，可能只有一小脚。Who care？ 路易斯啦，我看你去跳舞啦，不要吵啦。全部都在讲地堡。乐园，力宝，力宝乐园，力宝乐园。而且我看那个烈宝力太早出局，会不会？哦，他要缠斗，要缠斗，选球，烈宝力压力很大，他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两好球之后一直碰出界，碰出界，破坏。现在就让我比较想要访问叶宝弟说你上场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紧张？他的压力來，不管垒上有没有人，我都不能出局。对，压力是来自于上面的观众席，法香区，法香区那边。对，不是不能出局，你要久啊，对啊，要久啊，就要啊，管你有没有上，管你有没有贡献，你打击结果，你缠斗越久越贡献越大。对。那个留言都说我不认识叶宝弟，但是他是我大哥这样。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个打起耗了三分钟这样。哎，这个到底是怎样带起来？因为你说每个拉拉队其实都各有特色，哎，都很漂亮，都很会跳。对，那为什么特别一定就跳出来？哦，因为他们现在有北丹丹、中君君、中君君、南一力。对，然后好像是这些拉拉队曾经有一些。球迷拍到一些比较精彩的画面，哦，比如说圈圈在炸裂，对，就某一只突然跳出来，对，爆红，然后单单是那个上帝视角，他就在那边晃啊晃啊。那一粒是什么？一粒就是叶宝弟，他长得像那个黑加加嘛，对，黑加加嘛，对，而且人家多一950分呢，很高。你说黑加加吗？不是一粒哦，真的，真的，他还是那个，哦，你有在研究他的内涵呢？你懂他的内涵？不是，我们好熟啊。因为他之前有参加过几次是接待外宾的，接待外宾的，就是，以那个不知道是总统府还是哪里，反正就是那种礼宾人员。哦，嗯，哦，是哦，对，他是接待外宾人员的，哇，很强。里面是翻译的吗？口译的吗？礼宾人员本身英文就要好了，哦，因为他需要接待。哎呦，对，你懂哎，多益950是一件很惊人的事，很猛，很厉害，超厉害，超厉害。因为小九九才700多，还没有毕业。
你要把它讲出来，七百多也不错了啦。但他们要好像八百吧？对啊，人家是应用外文系啊。哦，原来如此。他才七百多已经很强了，不是要考四百还是三百啊？四百啊。哦，对他好像是辅大的资品系跟法文双修这样。哦，你懂哎、欸？对，我有在研究，因为我会一直被推到他。推到他不会去 care 他的学历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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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啊，因为新闻就会开始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什么就会一直讲啊。我觉得可以多介绍一下现在哦年轻的球员们。啊，球员们，對對對，你是叶宝弟吗？叶宝弟长怎么样？哎、欸，我不知道。对啊，我不知道。啊，不是叶宝弟开始打了，那个镜头就开始拍了。也不所以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叶宝弟，但不知道叶宝弟长什么样子。哦，不是那首歌叫叶宝弟啊、哦，不是那首歌叫叶宝弟。哦，有这个人啊、哦，没有人 care 叶宝弟。大家如果听完整的话，我一直觉得那首歌除了就是前面那唢呐旋律很吸睛以外，它其实中间的加油声断点很怪。你们去听听看，那个断点是非常怪异的。他喊完两个叶宝弟，然后保生大帝叶宝弟什么以后，然后就有一个断点。然后莫名其妙又再从头开始，我觉得那个整个连贯性只有你在注意这个、啊、没有人可以、啊、很深入研究、欸、只有你在注意，音乐也不是重点啊音乐都不是重点啊、哦、好啦，我觉得这样也好啊，吸引大家进去看球也可以啦、哦、至少那些原本不看的先进去，你先进来再说。对啊，你先把大巨蛋填满再说、啊嗯、你看蔡宗翰昨天就约我们要去看球。哦，真的吗？对，哪一场？623哪一场？不管对谁，就是要看台钢兄弟。是去看台钢的主场吗？台钢的主场又不在大巨蛋。有，他有牌，有牌，陆续他的主场是在大巨蛋，那就对了嘛。对，他的主场一定才会来。我想说，台钢来台北打人家高雄主场，他们好像轮流哎、欸。哦哦，会哦，大巨蛋是用轮流的、哦，对，大家轮着。嗯，哦，因为没有人养得起大巨蛋，太贵了，哦，就轮流去。哦、所以法相去都会轮流换，那就对了啦，对了啦，那才对啊，是啦，那才对啊。623哪一场啊？你看他说要法相去第一排那种，台钢队兄弟。哦，那我坐台钢那边嘛。那你要坐上面还是下面这样啊？下面怕买不到，然后下面又被打，为什么？新来的，然后一定前面方圆五公尺耶，我们早就定好了。没错，下面一定买不到了。新来的，我们坐上面就好。上面好，上面的那应该够香，飘了上来。远远的看就好，远看就好。623是不是？623突然有空了。623有空有空，去大巨蛋看看。先排啊，先排。对啦，还没当做工作排进去。哦，礼拜天是不是？好，623带小孩去看球、啊欸，现在都还没去过大巨蛋呢、欸。我也是，没有，对啊，还没去过嘞、欸。我爸都说他要去看，哦，真的，哎、欸，一定要进去看看的、啊。对啊，我也是想进去看看室内看球的感觉。对，嗯、大家都拍、欸，很多人已经拍完了，大家都在拍，已经都很不稀奇了。真的，大家都去过、啊，对啊，都去过、啊。我有个朋友进去看三次了，我心里想说，你看了三次，我一次都没看过、欸，哎，嗯，哎、欸，我朋友住台中、欸，哎，他都、嗯、就是他兄弟嘛，然后他都会上来看。哦、兄弟打了几场、哦、他就上来看了几场，我就哇、哦哦、特地上来就对了對 OK 啦、啊哦、早一天去看啦，早一天去看啦，对啊，来啦，今天只是先小今天不是在聊棒球啦、哦、不是要聊啦啦队啊，不对不对棒球之前大家涉猎棒球吗？嗯，好几年没看了。现在是不是沒你没看了吗？我很久没看中职了。宇宙帮啊、欸、你宇宙帮啊、欸嗯、他撤心了，没有啊，季前宇宙帮啊，没有嘛，你现在连季初都很糟。以前季前啊，我们专打热身赛的啊。哦，季前，季前宇宙帮啊，不是以前还是季初宇宙帮、啊。开季就是开季宇宙帮，战绩刷副帮啊。他以退心没、欸啊？很不看的吗？昨天有，但前面不是开头已经几连败了吗？4连败啊，反正萝莉退休之后，我就 I don't care 了。哦，你是萝莉迷，对对对对。我、哦、还有不是萝莉控，现在有点尴尬。也可以说萝莉控。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看4月7号，有点敏感，有点敏感。4月7号、哦，我们今天是这个清明年假最后一天了、啊。你听到的时候应该5月了吧？那可以聊，那可以聊。好险，萝莉控可以聊。但他在讲的是那个萝莉，是哪一个萝莉？还有、哦、不是萝莉控啊？对，港湾港湾那个萝莉控、啊、是羊头，羊头萝莉哦，羊头萝莉控啊，对哦。哦来啦，难得回归，我们聊聊这个 B 哥的近况啊，好吧，因为我们这个时空很错乱，对，因为我们上礼拜那一集在聊说啊，我们 B 哥要休一个长假，哎、欸，对，因为要照顾老母，对，结果我们下一个礼拜、欸、怎么回来了？又回马上就回来了，这两集因为图片，因为那一集
上礼拜那一集是囤片集，那、那一集囤片又被延后。哦、原来如此、哦，已经有囤了，那延后，但其实毕业已经大概一个月一两个月，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喽，一个多月，对，在水深火热的过程中，对啊，是辛苦也好也好，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对对对，上礼拜大家都很担心，留言一直刷 B 哥加油啊，要前情提要一下吗？之前有聊过，大概是不是？你聊聊看啊，因为都大老婆乱讲的、啊。对啊，他说你苦读你老母啊，怎么没有啊？怎么可能？跟他的视角可能是不一样。哦，我只能说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大低潮，而且哎呦，真的大低潮，来的真的是太快了，太突然了。对啊，就因为他有聊到说，就是那个 B 母是这个自摔，骑车自摔，对，骑铁马自摔啊。哦，骑哦骑卡拉恰，卡拉恰啊。你搞不搞车？我阿公骑车自摔，我阿公下面。他没有说什么车，卡拉车，卡拉车自摔啊，前后都有那个卸货的卡车啊，后面也有货车啊，一个紧张就重心不稳就摔倒了。啊，是在哪？大马路的？没有，就在我家那边的小巷弄而已。巷弄里面怎么会有大卡车？那个便利商店卸货的那种比较大台的货车，他就停在那边嘛，然后他准备要转弯，又就是超过去，然后后面又刚好有一台画宅啊之类的那种又是一台货车又来，然后他就啊有点紧张，紧张，然后就摔，然后右侧就两个地方都有骨折，这样。所以是自摔，没有去自摔，没有碰撞，没有被撞到，对，没有碰撞，有，对啊，因为年纪大了，自摔也是很严重，很严重哎，很严重，对啊，自摔严重，就是那个高度、那个速度，其实感觉。怎麼會這樣子不是太快，对，就变肩膀啊、髋骨都骨折了、啊，只是倒下去这样而已。对啊，嗯，哇，因为卡下也不会太快啊。对哦，然后当下就动不了，然后就路人帮忙叫救护车，就送去医院。嗯，对，然后就急诊了。哎呦，所以是右肩肩膀脱臼嘛，然后髋骨这边髋骨这边有骨折啊，但是急诊当下拍那个照片啊，这边没有看出来。哦，有，你说髋骨还没有看，是骨折哦，对啊，骨头裂掉还是怎样？嗯，他的那个诊断书是多骨折啊，那个叫什么股骨颈骨折，股骨颈，对，这边怎么有点可爱？这边有一根叫股骨颈，这边已经股骨那个骨一个肉的那个骨啊，股骨颈屁股的骨，大腿，大腿，然后连接这个屁股这个尾椎骨，有一个细细的髋骨这边，然后这边就骨折，哦，有一根叫股骨骨哦。股骨颈，股骨颈，颈，对，颈断，股骨颈，对，大哥，哦，髋骨的骨。后来发现，哎，很多那个中高龄的，其实很容易伤到那边，而且一摔可能都是骨折。所以那个时候在看那个骨折科的医生的时候，他说他就也是算是劝我妈，就是说，哎，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手术，其实蛮多人会有，对，蛮常见的，不用太害怕。这股骨颈是短短的一根骨头，它就是股骨嘛，然后要连接这里不知道髋骨的什么骨的一根，它中间一个桥梁，对对对对，它就特别细，哦，就是特别容易，对对，那是断掉，对对，断掉啊，断掉了。X 光后来拍。回诊的时候拍的 X 光很明显就是断掉了，对，那个就是岔出去，然后有一些细血这样。嗯，哦，难怪我妈急诊完回家休养的时候痛到一个不行耶。一开始急诊没有发现那里，因为那个门诊医生说，可能急诊的时候附近的组织都是有点肿胀，所以 X 光拍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没有拍到非常明显的哇这里的骨折，所以不知道，所以急诊重点会在肩膀脱臼脱。就是翘回去啊，回去，然后门诊的时候再拍两个地方，再拍 X 光才确定说啊，这两个地方都有骨折。哇，那回去几天才发现股骨颈，四五天哦。哇，痛死了！急诊回家之后，然后他又我礼拜四出事嘛，然后他回诊是挂下一个礼拜二。对，所以他又我妈在我家躺了这几天都超级痛，超痛的。哦，五六天呢，很痛。那几天我都很紧绷，几乎都没什么睡。嗯，因为他超痛哎，又要帮他可能翻身，怕有那个叫什么褥疮啊，然后他又可能需要暂时突然间要穿尿布啊，啊，我又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经验？然后他一动就啊，就很痛啊，然后我跟我家人就会很紧张。哎，他说会痛到去就是敲墙壁，敲那个墙壁耶，会，而且会直接痛到流汗，痛到流汗，因为已经是在骨折。然后可以吃止痛药吗？可有啊，有都在吃，都在吃。因为那个，但是他因为他是骨折，不是什么肌肉关节什么，所以那个止痛药压不太下来。然后那几天就常常看他痛到流汗啊，然后会捶打墙壁，叫我们去那个可能帮忙翻身或者换尿布之类的。
哇，好痛苦哦。嗯、对啊，然后、欸、妈几岁？跟大家讲，几斤几？七十八、七十九了吧？34年次的。78、79是阿嬷等级的，大家想说啊，爸妈妈、爸比的妈妈，对，妈妈好像应该5、60，没有，他妈妈年纪比较大了。对 对，我老婆都说我是扣回来的，我是笨手就是扣回来的，就是不小心扭的那种。不小心，对啊。那你妈怀你是几岁啊？39、40了。哇，好猛哦，那个年代耶。对啊，嗯。那个年代，难怪、啊、所以才真的很像，就是啊，我小时候还信以为真，说，哎、欸、靠，我是真的捡来的，因为岁差有点大，就像我妈妈也叫年纪较大，别人的妈妈都20、30岁而已。阿公哥哥阿姊那也弄炒我几轮了呢，哎呀，直接 抢过几轮了呢，很奇怪，我刚刚真正还捡来的，对啊，所以已经是阿嬷等级了，对啊，因为你阿嬷也80几岁，对啊，差不了86嘛，嗯，我阿嬷86岁，刚改过，对差不多。差个7、8岁而已，对啊，所以年纪很大，那个一摔是不得了了，不得了，真的。哇，阿嬷那个脚也是好久、哦，嗯，一年了。是开刀吗？一整就开，也是开刀啊，嗯，对，但之前是这个膝盖在浴室跌倒，嗯，哦，啊就跌倒，然后膝盖就开刀换人工关节，哎，对对对对对，对吧？有一次又起床又也是起床尿尿半夜，然后也是摔倒、嗯、在房间摔倒，嗯，然后那个脚也是。有裂掉、嗯、然后骨头已经好了、哎、然后就有一个伤口因为有钙的那个铁固定了固定的铁架在里面、哎、对所以他那个伤口年纪大我觉得那个伤口组织很难愈合、嗯、一整年所以我有时候去然后拍我阿嬷他说哎、欸、阿嬷卡那个安诺安诺没有、哎、一直都没好哦嗯，一直包着、欸。他好像是说是排斥，因为他装了那个铁架，嗯，装在脚里面吗？对、嗯、对对，要固定。然后排斥，所以他那个伤口长不出肉，对，连疤生没出来，没办法愈合，就一直有个伤口在那里。对，對哦、啊，有越小，越来越小，但很慢。很慢，跟我们年轻人可能2个月就已经愈合，但他哦一整年呢，真的，他伤口就一个洞在那边，恢复力差很多。真的是到现在这一次回去才觉得阿嬷比较有老态的感觉，不是，不是有活动，比较精神越来越好，因为他已经一整年都很。就是很累啊，然后走路很慢啊，走一走没办法走很久，没办法走比较久。啊，现在比较越好，越来越好，灵活了，对啊，对啊，然后嘛轻松啊那样。真的，我觉得老人家真的不能摔哎、欸，一整年、欸、真的对啊，好可怕，对啊，不能摔、啊。我回家鼓励我妈妈，嗯，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个对啊，阿妈都站起来了，真的都比你老的拢好啊。阿妈花了一整年，八十岁，哎，老拢好理你啊，你爱努力的，你爱努力，努力，现在食较济，食较营养。那后来呢？然后就在家里先躺，然后3、4天嘛。哦，那几天真的很紧绷哎，我都不太敢睡。对，因为就会下意识的会觉得说，我妈好像随时会有需求，嗯啊，然后会哀啊，哀就要赶快过去啊，看是要喂食，反正就是看要干嘛。但她痛你无能为力啊，她痛的时候怎么办？帮她瞧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样哎，就是哎，她没有舒服的姿势，因为是上到这里这里，你几乎什么动作。都会去拉扯到他，然后他就会突然间丢一下啊啊！哎、大家应该要看一下我们那个 YouTube 的频道，对吧？我们爸爸 B 哥啊，栩栩如生啊！哎呀，有这样，真哎有点夸张，那个痛，那个痛，真的，我看他真的都会痛到流汗最痛苦的就是换尿布了，真的哦，因为你卡在亏亏嘛，一定要起来，不管是翻身的换，或者是你要这样抬屁股给他换，我都。他都是 痛不欲生的，真的。哎 ，B 妈 ，B 妈那个体重是重还轻？我已经有点忘了。他有点，他小150几公分，然后小小只的，50来公斤、哦，那还好是瘦的、哦，对，小小只的。还有三扇，还有小小只、嗯。对、啊，我上次看到 B 妈去大学，我有一次去你家，然后看到有这回事。我去你家干嘛？你去他家干嘛？我去过你家洗澡、欸，哎，你来。真的假的？你来过寒舍的？你忘记了寒舍的浴室？我那一晚你忘了吗？真的假的？我还洗了个事后澡哎、欸！哇哦，你忘了？我去过你家洗澡，不是那毕竟也是20年前的事啊！你忘了？是有这回事啊？欸、通常不太有人可以进去到那个爸家他家啊？真的吗？真的吗？对啊，你们去蔡老板没去过？你顶多在那个外面啊，对啊，因为他家有个结界。你说他哥对啊，啊，你哥好像不在，
哦、oh, 啊，那你赚到、欸对对啊，难怪是可以自在的进来。哥不在所以你才哎，欸、看可以来我家洗澡啊！对对对，有一次练完球啊，哇靠，真的、哦？那为什么你要去人家家里洗澡？对啊，对啊哎、欸，那时候还住宿还什么啊？我记得大一还大，哦、我忘记了。哇塞，有去过人家洗澡啊？然后就遇到你妈，啊 有啊有啊，我就记得印象。對有点模糊，一定小小只的短头发，二十年前差不多，快二十年前，他那时候也才五十几岁，对哦，对对对啊，够笑脸呢，够笑脸呢，他那时候对呢，他那时候也才五十，我印象个停留在哎，还没有那么老态、啊，对，七彩贵回来，老很多，老很多，真的七彩贵回来，对啊、嗯、啊，反正很辛苦啊，对啊，然后后来终于熬到啊回诊那一天，对。对，然后、欸、他们家人很黑哦，都不提前去看哦。对啊，对啊，如果很痛，为什么不说？那不然我们提早、哦、就再去挂个急诊看一下，到底怎么了？怎么了？我突然嘎噜声，因为头那个假发烧到我的耳朵很痒、哦。你要突然丢一下，刚刚突然嘎噜声一下，我你刚刚丢超大的。来来看，来 YouTube 看一遍，什么意思？这个时间点为什么突然嘎铃？很痒，就是头发插到耳朵。哎、哦欸，敏感带啊，很痒。好，我回去处理一下。进攻一下，我回去处理一下。搓一下，搓一下，搓一下，搓一下。你刚刚看吗？没有，哎，我刚才讲什么忘记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提早去啊？不是说隔一当天，隔天发现，哎、欸，怪怪的，那你又痛、嗯，那不然再去照一下？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哦，因为我家里就有人就觉得说啊。刚伤到本来就很会痛，会很正常，哦、然后又 X 光又已经拍了，这边就没有、嗯哦就沒，人家就说没骨折，嗯、所以可能就是啊经络很痛。因为我妈之前也有出过一次车祸，在合体被人家撞，被机车撞、嗯，那个时候是骨头肋骨，不知道是有骨折还是没骨，放进去、嗯，反正她那个时候也是超级痛，然后就觉得说，哎、欸，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很痛，那这个时候。刚受伤很痛、啊、很正常，所以哪里痛哪里痛很正常。然后反正医生也都挂好了、啊，人家龙总也都挂好，就是说反正四天后再去一下。对啊，就对啊，这几天先撑一下就好了。然后这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哦。对，当你回家有还有新的那种异常的疼痛，真的还是急诊挂一下会比较好，还是再去挂一下那个门诊比较保守、嗯。因为病情是会变化的哦。对啊，哦对啊，对啊，对啊，不用等到四五天后的事情了、嗯。对啊，撑很久哎、欸，这几天都很痛苦。而且因为不知道这边是骨折嘛，所以搞不好翻身的时候动到什么的，让它更严重，会更严重。对啊，真的整个错位什么，反正插出来都可能，有可能突然间插一根骨头出来，很痛、欸，超痛，想到就很痛。哇、啊啊，然后就回诊嘛，然后回诊班。想说是两个人一起回带我妈回诊，结果发生一些事，又剩下我一个。这说起来也是很心酸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媳妇为什么没有去呢？媳妇的时候，身为B 家的媳妇 ，B 哥说叫我要好好认真的上班，上班赚钱养他。对你上班也在看股市啊，所以就赚钱啊，赚钱啊。有一个人没有工作，另外一个人要维持家计。对对对。那再说了，因为毕竟这是他们家的事情，我想说要尊重他们的处理方式嘛。对啊。就帮忙啊，比如说搀扶，不是啊，带怎么怎么带？没有，因为我家的人也是有，就是不太想麻烦到。别人就是觉得我们家自己 就可以 handle 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啊、嗯、没殊不知又 有发生一些口角啊最后反正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带你妈有一个人带我妈然后 去医院一整天啊去看诊啊等啊然后就是所以就推、啊、人怎么下楼因为你们家没有电梯、哦、有我们有去 call 那个医院配合的那个救护车车队哦，他就直接救护车来，然后用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叫什么爬梯机，爬梯机哇！我也是经过这种事情才发现，我现在的辅具真的越来越厉害哦。你不用原本就有那些装置，直接挂上去就在原本那种老社区公寓大楼的那个楼 梯，对，直接挂上去就可以爬了。它就是有一个很像战车履带的那种机器、啊，然后就是爬梯。哇，你这个讲了一副当过兵的样子，但战车履带。欸我当过十四天国民兵，你割草了，你闭嘴。我拔过营区的草，你拔草兵。我帮正规军们打饭过，也很重要。对，后勤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打，你们有吗？我们弱爆了，没有，我们替代不是兵。冰都不如，可是这样等等等等，不会更痛吗？不会，他比较不会等，他是很柔顺的啦。对对对对，他是缓缓前进的。对，我看人家那个影片啊，你就是坐在有点像是轮椅的那种椅子上，对，然后弄好，
然后它下面的那个轮子，它其实就是就像他说的是一个履带，它是慢慢这样子框框下去，框框框框框，所以最痛的一段是从床上扶到那个椅子 上，然后固定的那一段，因为坐上去之后就是固定之后，那个就是履带下面帮你。帮你动，哎、欸，它是电动了、哦，所以人也上面人也不用那么吃力，就、可以慢慢这样下去，然后就上救护车这样。哦，对对对，所以这个可以先说好说，我家是那个公寓，对，可以预约这个服务，你要说出你的需求。嗯，那这个会有加价的问题吗？要比较贵吗？它好像是一口价，哎，反正就是一口价啊，哦，别话呀，对，没有，跟医院合作的，对对对对，所以他也不能那个，对啊，哦，所以比如说哦，下个礼拜我们约好回诊了，你就可以现场就先说哦，家没有办法这样送过来，嗯，你要帮忙下楼，可以，他就会预约那个车，专门的车子去载病人下来，对，但那医院，因为他那个是救护车，所以。老实说，单价还是比较高哦。嗯，不是计程车的价钱就对了。对，然后后来我去完之后回我妈开刀完的回诊，我们就有查到哦，原来有那种无障碍计程车哦，对，它就是改装的，凹大会比较大啊，那个就真的便宜很多哦。对，但就没有那个吗？那个辅具？那个辅具有吗？那个的话，上爬楼梯那个。通常像我们是因为我妈现在是送养护所嘛，那养护所就有那个免费那个，就是给我妈一个。轮椅哦， oh, 所以他我妈就是用那个轮椅来行动，然后用轮椅去上那个无障碍那个计程车就可以了。但、那向下楼梯呢？目前还没有上下楼梯，没办法、啊，因为还在养护所。养护所有电梯啦，所以就变得没有那个需要履带的那个问题。可能等回家以后再来考虑。对，对，那救护车叫一趟多少钱？我们这个帮蔡龙汉问一下，蔡龙汉一直很。想先知道大概多少钱？真的吗？这个可以讲表情哇、哦，可能不是，如果是有机会用得到。如果是救护车的，我第一次用的那个救护车的等级的话，是那个一千七。哦，一趟一千七哦，一趟对。哇，桃龙总不远。一趟对。重点不是你自己也没办法把那个妈妈这样搬下来，但是因为事发太突然了，对、我根本平常不会接触到这些资源，我怎么知道现在已经有什么无障碍计程车？所以我不知道，我就是直接医院给我的资源，因为也没什么时间了，我就先用了。这个倒也不会去考虑到什么费用的。问题不，你七千一你还是出，对啊，你因为你该出的，你真妈对啊，那对啊，那么痛啊，七千一你也出了，对啊，对啊，啊，如果是无障碍计程车大概多少？那个是计程车跳表的钱，就是你目的地跳表的钱，再加我用的那个是再加300的服务费，哦，没你哎。对，所以其实还要后来有从养护送龙总这样单趟变成600，因为比较远，就差很多，医院跟那个长照中心都会给很多资源、欸、就是我们平常根本没有接触到、哦、像医院那时候就是介绍长照各管员给他、嗯、然后养护中心就会说、嗯欸、他们看了哪些家属用的什么东西不错，你也可以来给你妈用这样。哦，对啊、嗯、對哦、欸、慢慢来慢慢，我们还没、啊、我们再等一下进入到长照的题、哦欸、这个我们这个年纪很多、啊、在听众哦、喔，差不多遇到了、嗯、快了。对，我发现我们的年龄层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世代三四十岁，同温层是25、25到大概45岁这个区间带，已经开始用得到了。嗯，真的。来来，然后收听率，我发现是我们收听最低的是什么时候？什么？连假。哦，大家带小孩，大家要带小孩，要出门，要干嘛的？要弄这小孩放假的时候没空听。然后那个上班时间最爱听、哦、没错，尤其通勤吗？通勤我有通勤通勤通勤，要嘛通勤嘛、嗯、要嘛上班时间在听的，是我就要撑到哦，不能，我平常不能听，放假也没有在听，因为我要等，因为一个礼拜只有两集，留着，对啊，留着上班哦，是不是？来留言，是的，就是要等到上班时间偷听，而且那时候看到好几集没听会有点开心，对对对对，哇，好过瘾啊！对对，然后放年假其实很开心，哇，我累积了一集，我下礼拜有两集可以听了。我发现那个收听的曲线哦，在那个年假期间哦，像我们这个清明年假好低哦，跌到最低。但是到礼拜一还是礼拜天的开始收假，礼拜哟就拉上来了哦，因为平常大概哦到礼拜一有没有下礼拜新的就会再掉往下掉了，很合理嘛。那很奇怪，那种年假上的集数又再拉起来哦。我爸是开车听他。他会算好这个礼拜什么时候要来台北，然后他就把他留在就是要来的那一天，长途开车的时候，礼拜四更新的，那我礼拜四要上来。对对对，他就会算好，就可以听。
啊，如果礼拜三要上来，那我礼拜二先不要听。对对对对，我爸都是这样，先撑着，先 hold 着，隔一天先 hold 着。然后礼拜四要下午才可以来，因为中午才上。所以我现在提早了，其实我提早了，四点就上架了，服务你的听众。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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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能要早点出门的人，还是十一点就已经不想上班了，开始在那边打混了，就想听的，在等便当啊，点便当啊，好开心哦，点餐的、哦。对，好来来来，然后到医院了。后来就这样送过去，然后才照出来那个骨折、哦。对对对，就骨折嘛，骨折嘛。然后医生就给了很中肯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妈其实一开始不想动手术，因为这、嗯、她这辈子都没动过手术。哦，真的、哦嗯，真的真的。那上次不是说也有撞到，也没有，那次也没有。这就是看，就是躺在家里休养康复这样啊。所以可能不是断掉吗？上次比较没有那种很立即性的需要干嘛的。哦对啊，我妈其实还骨断掉。还是只是那个不是有些地方的话好像其实是对其实痛到但那一次也是痛到不行一痛到那边哎哎叫啊只是那一次我就比较没有帮忙顾就是请那个信徒就是朋友我妈的朋友不是、啊、你妈的朋友、okay、我妈的朋友来帮忙顾对因为 我家以前是有开公庙他以前是开公庙他有很多朋友都是信徒对 我已故的老爸是个当机这样哦、oh, 对所以有些信徒好朋友 对, 對, 對信徒好朋友来帮忙、欸、来帮忙不是绝对不是也奇奇怪怪有什么诈骗啊不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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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其实都很正常哦就是那种社区里面那种小的宫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合理啊合理哎他会来问事情嘛就有些信徒啊信徒久了就会帮朋友就变朋友对啊那信徒是每次就专门坐他们聊天对不对啊不是都在家里那边坐，然后在宫前面，然后坐那么聊天，对啊，干嘛？就对啊，对，就没干嘛，就会固定时间就聚起来。社区的聚会所，对啊。啊来拜拜几嘞？啊啊聊拜拜啊，上面带几本的呀，上面啊什么的，对啊，就杠起来，很容易就一起聊起来，对，很棒，是不是很棒？很不错，我觉得这种文化很棒。就还不错，要不要？所以要开公司，所以就说我就找一块那种山上的地，有没有很便宜？嗯，然后自己盖一个大罗佛的庙，一个宫。不是，是他要在大家方便到达的地方，因为他都是社区型。哦，对、啊，就是、我在我家隔壁，我马上去。很贵啊！你要、欸、是一个长照哎、欸，对，这个长照心灵之那个疗愈啊，对啊，因为现在地不一样啊。哦，那几十年前台北市的地很便宜，也没有便宜啊。这相较现在比较不贵。现在我们刚刚到山上去啊、嗯、对对阳明山啊什么的买一块地啊阳、欸、明山都是那个保护地、哦、都是国家公园我研究过、啊、比较难买、嗯、不好不好不好处理、嗯、我们要自己盖一个观音山观音山可以可以弄一个地要不要然后就弄那个大老虎在里面好啊以后如果大家来台北玩、哦、我们一些其他县市的朋友来就可以去参拜一下、嗯、好像邪教这才是好那阴影好不好哎来他直接来买一下阴间货币的对对 对, 對、啊、要不要哎大头佛还不用已经做好了你直接搬过去就好了、啊、做好了 你那一桌已经做好了少了一个功德箱功德箱要帮你做没事便宜功德箱然后好你家就好了我们就一条龙我们说哎练财和宗教练成没有好你家没有我们可以开出去了我们刚刚想很远耶已经在布局了在布局了从十年前就开始探讨陀佛这个宗教事业是 OK 的、嗯啊、对对对、嗯、好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啊好我们找块地来搞下去来有没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家里不要的地的不要的不要的地的有这种好事不要吗还在台北市对啊要建地哦我们要建地哦因为农地是很麻烦啊我们建地也想干嘛就干嘛你管我干嘛、嗯、我摆大老虎你管我有没有那种建地的然后大概我看大概那个五六十坪就好还要要求坪数对啊不能太小啊你十坪我真的就问台北市有谁有不要的地五六十坪然后五六十坪然后不要太贵还要建地还要建地建地然后我们就盖个一二楼这样就好啊，前面大家有个广场嘛，啊、可以停聚会啊，或者停车都方便，所以五六十坪差不多嘛。嘿嘿嘿，哎呀、啊，来来来来来，來那一坪不要太贵，一坪我看要么三十万的这样就好。嘉义市都超过三十万，你在台北喊话台北市啊？不，双北，双北哦，已经扩大到双北，双北，双北有机会啊，双北桃园、哦、三芝那一带，三芝石门，石门石碇，石碇有没有？不用啊，小坪顶可能有啦太近一点，淡水，淡水，因为我们在北投这边，您这边遇到资源丰富嘛？哦，对对对，对不对？您住到淡水，还不知道送龙种？
淡水马街，你还是严重，还是龙总好不好？那你的马街很小好不好？千万不要奇怪啊！有啦有啦，你终究会送龙总。你在桃园回来，讲到小燕子，小燕子生病抽去了，你看龙总啊，你大老远搬到了南崁，你还不知道回龙总？他们刚刚讲到说医院给很多资源，这个我在想说是不是城乡差距啊？哦，因为像就是 我朋友前阵子也是在嘉义那里，他爸爸也是生病，嗯，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哎、欸，哦，对啊，都没讲是，对，荣总毕竟是教学医院堂堂荣总，对，医学中心，他什么都没讲，就是什么长照什么，那我就问他说，哎、欸，那时候你刚好有聊到说医院有提供你们什么长照的一些资源，就说哦，对，这些你可以去申请，嗯、可以去用，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请他去问看看，他说都没有。哪一家医院这么糟糕、哦？不要这样讲，嘉义不就一家而已。你说嘉义的医院啊，嘉义才一两家，嘉义就两间最大间，没有没有，还有一家，还有一家三间是嘉义，嘉义县，我是嘉义市啊，对对对对，嘉义县的，那完了就那一间。知道马上推出来，嘉义市那所以是嘉义县嘛？啊不好说、啊，那就不关嘉义市，所以嘉义市就嘉基、圣马尔定这两间最大嘛。嗯，好、嗯啊，然后在有时候会送嘉，因为我阿公之前是送嘉义县的那一间、嗯，就那个县政府附近嘛，那个蛮大间，那个很大间、嗯，很大间、那個，但已经还是分院而已啦。哦，对，它是分院，分院，可是真的很大哎、欸，它整个算新，因为嘉义地区算新的、啊，对啊，因为以前要嘛嘉基、圣马尔定，然后后来才多了那个长庚嘛，嗯、对对。哦、什么都这样讲出来啊？大家都知道，我说、哦、我就有差啊，我觉得可对啊。他刚听他讲完，我就想说哦，有差，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到，就是我请我朋友去问一下什么，哎、嗯、哎、欸，对，就是不知道去哪里问，然后问服务台的阿姨，他们也都说。不知道，啊，去叫你问 A， 问 B， 问 C。那时候他是需要什么资源？也是要送长照中心，嗯，都需要送，就是家里没办法顾了，没办法那个。欸、真的有差，医疗资源，然后相关的人力也不足，真的。你看那个 B 哥就有那个什么，那個、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我觉得我们录音到一半。空调那个皮哥，我们拿起了护唇膏来看，你出风来 YouTube 看，出到底在干嘛？出风口直吹我的嘴唇，好不好？我觉得他本来想要感动我们一波，就突然在那边给我涂。等一下，什么嘴唇口袋拿？现在重点不在我身上，我涂一下啊。他说：“他说你别在讲话了，我偷偷要补个妆，就对了。對啊”很干裂，而且为什么口袋男生的口袋随时准备护唇膏？什么意思？我想说今天被发几个通告。应该会讲到嘴干舌燥这样、哦。我刚看到他还拿了几颗喉糖放在口袋。太怪小了。你现在多讲多一点话。你今天最好给我讲多一点话。有够怪小了。只要等一下会拆开喉糖来吃。有这个，你是说真的有喉糖？那大萝卜今天带的红糖蛮好吃的、啊，他刚刚就蠢蠢欲动想要拆，但是快点咔啦咔啦咔啦这样子啊！你现在吃一个啦，快点啦，吃一个红糖。刚刚是在摸那个护唇膏啊，顺便摸到红糖这样，然后咔啦咔啦是不好意思吃这样，哎，那你。今天 B 哥重点让他吃一下，他吃一下喉糖。万全准备，他刚抓了一把喉糖在，他可能要讲一整个下午。身为一个兼职的 podcaster， 兼职的，对对对，兼职的。有一些润喉的东西也是合理，是是是，合理合理。而且垃圾还乱丢。然后我放我口袋，放我口袋。等一下，再。而且喉糖是淡水买的，是。而且刚刚怪他的我都忍不住的跟他说，他好怪小。多少人在等他吃喉糖？线上所有人等你吃完这一颗喉糖，谢谢淡水来的喉糖。淡水来的喉糖，佛姐要介绍一下。没有业配，没有业配，不用业配，没有业配，对对对对，好，让你介绍一下，好吃啊，对啦，好吃啊，那可以，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长照的部分。对啊，他到底工厂？接下来，所以医院开刀回来之后就送哦，没有医生呐，就是讲给我妈，几乎说是两条路啦，就是如果不开刀的话，就是。会疼痛也许会减轻，但是活动力已经永远回不来，这是不开刀的。不开刀疼痛反而会减轻，就是时间久了，它还是疼痛也许会减轻。可是它骨头就在那，怎么会自己让它愈合、啊？就是如果都不开刀，它不会，已经不几乎不会愈合。不会愈合。另外一条路就是开刀。那开刀的话，医生就是说，因为他看他的那个电工 X光啊，电工就是说。
他那个我妈考量我妈的年纪跟那个骨头那个裂开的那个程度啊，可能就是就算打钢钉也不太会恢复了，所以他强烈建议是弄用人工，就是直接人工关节。啊、哦嗯，对，年纪大了是、啊。我妈一听，哎呦，你哇，这个物件这么大，哎、欸，整洁的物件，整洁的物件，那刚才怪怪，然后一辈子又没开过刀，我妈就很怕、嗯嗯。对，但是我很快就跟我家人讨论了，因为这两条路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对啊，因为我妈不可能让她每天都痛成那样，嗯，还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不会好、就是、其实你根本已经可以想可想而知根本不会好了、嗯、对啊年纪那么大了 那就只剩开刀了、嗯、然后就我就一直循循善诱还是亏解亏解对啊对啊然后就开始缠着医生问很多问题啊、嗯、好像很多老人家对开刀会很排 斥真的会排斥、嗯、对啊他们就觉得好像就会不好了而且有人说什么开了以后什么精气神都会飞的对对对 对, 對, 對其实我也会有点顾虑他们的生命经验以前的经历以前身边的朋友家人、嗯、可能以前医疗技术没那么好、嗯、以前听过、嗯、哦哟开得了这种不好都不起来就躺在床上对对对啊而且医疗技术也不太一样对啊所以你循循善诱循循善诱啊医生也说这是一个就常见的手术啦、嗯、啊挡掉医疗你就可以叮当啊哦还用台语哦、啊嗯、妈妈讲台语、啊、长久医疗你都会康复啊嘿嘿嘿、哦、啊一定都比这样你回去这样倒在眠床这样整天这样哎呀阿伯叫母啊对啊对这样、哦、一定够较好的、嗯、反正就讲了很多然后我妈最后就好啦好啦就接受对嗯哦这好像是真的然后就开始安排了、哦、就是十个老人里面可能有一半都有换过人工关节、啊、因为那个年纪真的你可能一摔、嗯、你就不是 OK 而已嗯哦、对啊这次骨头都脆掉了对、嗯、因为那个年纪你要等到你那么打钢钉然后让它愈合那个时间拉太长了、嗯、他可能也没这个命可以等、哦、还不一定能愈合对不一定因为康复力的问题所以干脆就换掉换一个细内直接可以用的那种、啊嗯、那肩膀因为比较好像比较轻微所以肩膀是打钢钉嗯哦，打钢钉两根，然后这里就是换人工那个关节这样子，所以那是一起处理嘛，同一起处理，同一场手术啊，嗯，哦，同一场手推进去啊，然后就大概哦，应该有几小时啊，很久，八点到两点，就是如果等康复，八点到两点，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哦，六个多小时，嗯，包括在恢复室吗？对。嗯，对，就是手术整个动完，然后再推出来，出来大概六个多小时。哎呦，嗯，然后这段期间我就跟我姐狂打那个肠照，肠照，肠、哦、照机构，问一些资源，问一些资源。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应该是护理师给你们的资讯吗？哦，护理师给我一些台北市的已经有登，好像登记合法在案的那种肠照中心，就是之后如果你没有要回家里照顾的话，你就可以送那些肠照中心。对对，然后就给我一个列表，好几好几页这样。对。然后打着打着，哇塞，超级抢手的，真的很难抢。对啊，根本就几乎都要排后补，比五月天强很多，都满床嘞，满床啊，要后补喽。很神哎，我就觉得我跟我姐越打越脸绿啊，就觉得哇，超哇塞，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块？你知道吗？对，大概有几间啊？他给你的资料哦，至少。因为是整个台北市，所以我觉得应该三四十间跑不掉，因为大概有六七页。但你就锁定台北市啊，没办法。哦，基本上因为考虑到我妈，虽然我们确定要把我妈就是先送养。对，送不是，你要先收出养。哎呀，好不孝啊！送养，上去兜呀，搞啊，上去两位，上去养护所啦，送养护没有啦，先到那边送养护啦，养护专业的照顾呀，对啦，出来了没多啊，没多，家里好好搞啊，别那没康复嘛，对对，然后就。三四十家这样，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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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但我们当然是从北投士林，然后比较近的，越来越近的。对，当然因为希望我妈住也要住的比较身心愉快嘛，心理要好，身体要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北投士林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市中心。嗯，那个可能有一些其实 view 真的很不错，尤其是北投上温泉池上面有一些有很厉害，先预约，先预约，先预约。先开还是我们先开？有有有我们、那個、你们直接投资、欸，大头佛养护中心，对，真的有。然后养生村，养生村如何？养生村，我们再接着虚拟货币一起卖，一条龙。没有跟你说，你虚拟货币要进去里面卖啊，对，在里面卖才有感觉。住
著名还可以打折，那你有给你有 更好的汇率。对，一比别人一比五，你一比十，对不对？今天人家西料送完送喜送喜啊，四六九三九三西料就送就送。北投山上很多那种 view 不错的，而且很漂亮。对啊，然后 Google Map 评价也都不错，但就是满，就满了吧，你要排后补。对啊，然后打着打着，其实你有一点，我发现其实也要注意的是，它每一间每一间探望的开放探望的时间、频率都不一样。哦，所以要配合找月子中心的感觉，配合你们的这个 上下班时间还是作息。它大部分其实都只有平日的白天才可以看，平日白天对我们就没办法，上班族怎么可能，几乎是没办法探望。对啊对啊，然后啊有一些有一些六日也可以，那可能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是排在优先。对对，但是六日又有它有一些又会卡说一个礼拜只会给你探望两次，又有次数限制，一次一小时，然后几乎都不会给你上进去房间。可是这个又 很合理啊，因为卫生对卫生的，对对对对对，毕竟家属你身上不晓得会带什么，这比月子中心还严格，很严格，就是疫情期间的月子中心的。对对对，有的之前疫情前的话我们还可以进去，对吧，进去一个还是怎么样的，还是那婴儿室外面访客还可以看。对对对，那疫情期间就是你的孕妇才能出来，所以那等同是疫情期间的月子中心，对是那个妈妈要推出来这样，对，然后在会客室、会客室啊，或者大厅啊，哎呦，很严格呢，非常严格。对，你要推出去当然就没问题，但是在室内的话，它会限制你那个地方，就是你只能在大厅，但你也可以推着它去外面晒太阳。对、OK ，那个就没问题。推出去的话，走走他们就其实就反而就不太管了。哎、你说我进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居住环境啊，怎么样啊？不行，环境怎么样？原则上不行，都不行。哦，问了好几件都不行，安全起见呐、啊。对啊，家属几乎就是只能到大厅的。嘿嘿嘿，对啊，然后打着打着啊，士林北投龙北，龙北啊，开始退守大同。大同也进、真的是不知道是神明指示还是怎么样，天哪、打到一些傻下怎么了，打到一些跳走又在喉糖，是不是感动啊，喉糖啊哦没找到不会加怎么样啊，就是打到一间有空位而且单人房，单人还有单人房，还有单人房，然后又马上就有空位，让可以就是我妈出院马上进去。那评价怎么样？评价还可以，还可以、啊。Google Map 的评价是还可以哦，但是留言数不多、但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选择了、然后那间的地理位置离我姐姐的公司超近，很近，她几乎下班就可以去看我们。哦，对，大同区离你们也近啊，也近，北投过去也近，对，也近，其实过去也快。欸、然后她探望又很比较 free， 她可以平日啊，不管平假日都每天都可以。对，然后不限你每个礼拜去几次。哦哟，对，然后有这种好评价是随时可以去，那去也几次都 OK。然后他可以到晚上六点，有先讲好的话可以到七点。哦，那你下班过去都来得及哦，都来得及，真的。然后我们有这种事，探望跟那个地理位置是我们非常满意的。哎呀，马上就跟他说，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被大砸档啊！我觉得很不错欸，太不孝了吧但哪里不孝，每天可以去啊，砸档咧，砸档咧，不是砸米咧，砸档哦，砸档是砸米哦，砸档砸缸砸档，对对对，然后就马上就赶快开始跟他预定啊，然后去看他的环境啊，赶快弄一些，对，每天还要体检啊，有的没的，其实没那么简单欸，要体检，对，要体检，因为他要确定我妈有没有传染病 啊有没有打疫苗啊、哦、其实每间都会要求的、但是细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我又在龙总开始在追那个啊我妈的体检报告啊，对对 啊因为动手术完就是我妈就开始住院休养嘛，就一个礼拜，然后所以一个礼拜内我跟我姐要找到那个送养长照中心，长照养护的地方，养护中心，养护中心，对，所以那个礼拜就顺便帮他体检，对啊，然后就反正在龙总里面顺便体检，对对对，就把那个体检项目给护理站那边看，然后需要这些项目，然后就是帮我们做这样，然后就开始每天都在追进度啊，然后其实龙总护理师很不错，因为他其实都会跟家属这边讲说，你这开完刀
应该几天差不多可能就要离开了，对，就先给你个心理准备，哦，休息个四天五天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要离开了，然后你 要,、嗯、你要什么样的资料就赶快在这时候医院的时候处理起来，嗯，对，嗯，然后他遇到一个很不错的护理师是会帮他追，比方说他需要有那个验血报告或什么，那护理师还会帮他追这样。哦，嗯 嗯, 嗯，他真人超好的。嗯，他后来还这个时候我们家属其实非常的脆弱，你知道吗？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协助。哎，这个时候遇到那种很热心，然后又会帮你的那种人，你真的会很感谢他。哎呦，所以后来就送了一个大礼给他。没有没有，后来索性我就稍微也是有点卡他豆腐，因为干嘛呢？吃他豆腐就是说。就是说有点软土生绝啦，你知道吗？什么小心讲话，生理上的哦、no 是一些协助我妈妈的事情上面，对，因为住院嘛，然后他们其实说很多事情原则上其实我们家属要做，对，比如说每两个小时给我妈翻身啊，然后换尿布啊，喂食啊，等等，哎、欸，其实我妈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属很忙。对，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欸，你住院，家人住院，你对你只是坐在旁边陪他聊聊天，不是，其实一堆事情要做。没错，没错，真的超多的。你光是那个三餐的盘子，你要需要自己收、去后面的那个厨物，就是那种厨余室、然后自己分类，然后自己洗，就他吃一顿饭。你所有的你，而且你所有的饮食前后，你都要去称那个重量，不管你是吃的或喝的，称重量，称重量要去记录他吃了多少东西进去。对，不止吃哦。喝也要 哦，真的哦，大小便也要连大小便也要，大小便你说排放了多少克的大便出来？对对，那个都要量。对，为什么小便也是？因为我妈就是她就躺床嘛，就是所以她是用尿布，对，用尿布就是直接拿尿布这样卷一卷，像一个高丽菜一样，然后称称重。对，那个用意是什么？称的重量用意是什么？它就是可能就是要看你的进跟你的出，对，有没有？因为像我妈可能是不晓得是出事情吓到还是怎样，我妈已经连续一个多礼拜没有大号大便大号，那个就不对，嗯，对，那他们就会借此就是可能比较密切的观察我妈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所以你肠胃什么消化系统也要都很正常就对了，对啊，可能都要顾，哦，那一阵子很多事。很多事欸，还有翻身是两小时，他有一个时间表，就是什么时间点要翻身，一定要翻，包括褥疮啊什么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换尿布啦，嘿，对，因为那一阵子我妈好像被打软便，还是就是促进排便的，因为之前都没大便嘛。然后有的时候她有一次她来就帮我翻我妈身，然后我在那边换帮我妈换尿布，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就是有点恍神，不晓得是术后还是怎样，然后就是那个便便就在我的眼前这样子排出，然后我是戴手套啊，然后就去这样亲手，因为我妈那个可能有点腹部比较没力，然后也没有办法，她没办法控制，感受说对，她能没办法排干净，对，所以我就是去直接把那个便便抓出来，哎呦，然后换尿布啊，然后就是尿嘛，然后反正就是换完尿布之后。就把便便啊什么都丢进去，然后开始去量去称、然后那一阵子因为太长，因为我妈被弄那个促进排便的时候变成太长，你知道吗？对对对，变成太长，然后就变成说可能没过多久，我妈就说哎够尴尬够尴尬，然后我就要开始要帮她再抓屎，对，抓屎，然后那一阵子就是真的哎，我觉得我呼吸都有那个味道，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鼻腔，我的整个呼吸道都有一个那个排泄物的那种味道。虽然换尿布，我们是都会戴手套啊，也是避免那个感染嘛。然后你也会戴口罩，但是人类的粪便其实味道是很重，没有那味道，而且是大人的，而且很近啊，很近啊，很近啊，而且真的是蛮近的，你需要去这样子把它挖出来，这样。对啊。那我问一个重点，因为你有戴手套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称重的时候，有把手套上面刮下。那个倒是不用那么精准，不用这么精准，就是狐疑这个啊，戴手套嘛，没有处理大便嘛。那你有没有这样一根把它刮？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有点搞纲。
因为他太搞纲了，是不是？擦，我都在想说湿纸巾的。对，湿纸巾上面可能有沾了一些，那会不会湿疹？抓屎的有抓屎的湿纸巾呢？我基本上我会把它弄进去一起蹭啊、哦，一起蹭。对对对，對是是是是啊，你会有个裁量权呐、啊？对啊，就是差不多就好了啦，不用那么精准啦、啊、因为我们这个有，因为你们没有生小朋友嘛，嗯、因为生小朋友就会遇过、嗯，但小朋友的大便没有那么恐怖，嗯、因为他就是喝奶奶而已，哦、喝奶而已、哦，所以那味道也不。有味道，但不会到味道比较单纯一点，对啊，然后大人的量又比较大一点，对啊，对啊，然后味道又比较重一点，嗯，哎呦，掌声啊，哎呦，辛苦了 ，B 哥，那个我妈真的，哎，辛苦，她都很拍死，她都对我们晚辈都很拍死，让我做这种事情这样，那我就一直跟她说不用不用，对啊，你生我们养我们，因为我从小就单亲嘛，其实我妈一手拉拔的，哎呦，我就觉得做这种事就很正常，你就不用在意。可是我妈就是因为她就是一个很不想要麻烦别人的人，嗯，会啊，长辈都会就是要一直开导她，不用在意这种事情这样。但其实如果换做是我们，今天是我们躺在床上，对，她一定会，你的小孩帮你在那边，你会不会很不好意思？一定啊，妈妈。对呀、啊，然后他妈妈还说不要擦那么干净，不要紧的，奶能够绑啊，不要紧的，不要，他应该是尽量的不要麻烦，对对对，對對麻烦孩子，然后是这么、嗯、这么。欸、这么隐私的事情，对对啊，因為而且如果是男男或女女还好哦，对啊，哦对了、嗯，对，因为连正面我都要帮他冲洗，对对对对，有个那种小喇叭、喔、还是什么，就是要把小喇叭冲装水啊，然后喷冲洗管，冲洗管，对啊，哎、欸，还是我们现在应该让我们小孩子先试试，灿灿，你先让米宝试试啊，太小太小太小。太小等他十八岁嘛，等他十八岁，等来来来，爸爸爸，十八岁成年了哈。哎呀，他有自主意愿的嘛，你 OK 的话就没有犯法的问题了。来来，先帮爸爸处理一下哈，来，爸爸等，不要，等爸爸走了之后，哎呦，躺在床上你要一练习就来不及了，你先练习。而且我觉得身材真的要控制，嗯，因为他那个翻身。人在没力的时候是最重的、哦、对啊、嗯、对，所以你像他妈妈已经蛮小只了，可是我们在翻的时候，而且你要撑在那里，你要这样把它撑住、嗯、然后另外一个人要赶快弄弄弄、嗯、其实是蛮重的、啊、一个人很不可能一个人呢、欸，你有时、啊、大部分都一个人处理耶、欸。是他在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忙、欸啊；但他不在的时候，我真的也只能厚着脸皮，就是去请护理师帮忙。哦，对，因为 我一个人不可能撑我妈、啊，然后换尿布，那个真的不可能。又不是婴儿，婴儿我们一只手就把两只脚抬起来、啊。对啊，对啊，对啊，抬起来就可以另外一只手就可以擦、啊、处理啊。然后因为肩膀啊、髋骨又刚手术，所以很多动作其实是不能不会不小心就会。弄痛他，对，所以一个人真的不太可能。嗯、那其实护理师因为也很忙，所以他是可以协助做一些事情的嘛，还是要看他工作。他会说等一下，他会说等一下，然后就开始他的工作的排程，啊、然后、哦、他那些其他的房可能用完处理完之后再回来。回来哦，对。对，要看人啊，有的也很冷淡的、啊。没有，因为那个可能不也不是他的工作范围、啊。对，其实一开始刚开始他就跟我们家属就有讲好了。对啊，这些基本的照护是你们家属的责任。对 对, 對。但你们真的没办法的话，可以请我们护理师来帮忙帮忙一下。对，哎，但他不是义务要帮你的，对，那不是他的工作范围里面。对对，不是，没错。对啊，所以哎呦，很热心来帮忙，很愿意，很感激啊、而且脸又一点都不臭的那个，我真的是哇，非常感激，跪，超级感谢，跪，直接跪。所以后来送了200,000的红大礼红包给他，200,000的那个阴间货币的。欸、我现在在卖这个现金，可能新台币可能没那么多，但是不用担心了，对，这个你一定用得到，你以后一定会很开心。你不先用也可以跟你的家人长辈先用看看，然后看他们评价怎么样，评价 OK 那你再用，你看一下 Google 评论这样。来，这个我们那个打这支电话给你特别的汇率，阴间 Ghost 的评论。其实我觉得爸比他们家算是蛮开明的，因为他们没有一定说谁一定要来照顾，他妈妈也可以接受说，哎、欸，送到长照机构。哦，对对。但其实很多家里不一定有这个想法，他们觉得刘永仪我不爱，你不爱我了，啊、觉得被抛弃了、啊。但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你们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儿女们，真的会把人家弄得很不舒服。真的，就像我家我妈一开始前几天那样，因为我们不会翻身，不会换尿布什么的，然后就把它弄得很痛，很不舒服，痛到后来她就会变成说不是那么愿意主动求助了。对，真的真的就会这样子。所以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就好了。 我后来都跟Bobby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怎么麻烦你，直接请专业的，请专业，你卖那不赢，对，你就去赚钱。他妈的把我弄了歪七扭八，他说干了晒啊，不要请啊，是没看过哦，你不要给我晒啊，给你请晒，你不是请过你老母啊吗？欸，没有，我觉得 B 哥的这个妈妈算是那个脾气也不错。对，我的脾气很差的那个长辈，你超小啊。对，有啊，我急诊室的时候，我隔壁躺床的那个大妈脾气很差的，脾气很差，欸，还打他那个外佣。欸，我靠，哦，他的外佣是遵照医嘱，然后再帮他可能好像做一些按摩什么的，欸，然后那个大妈就不开心啦，啊，欸，你弄痛我啦，然后就这样开始打他。哦，好凶，他还可以打人啊。但没有，他在弄外佣，然后弄他的右手嘛，然后他就左手去这样子，左手就可以挥。对啊，我这么凶啊，很凶。欸，哇，很凶。欸，我好庆幸我老部真的是一个算脾气很好，嘿，很温和的，然后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所以的客客气气的。對，啊，因为生病的时候脾气真的很差，啊，心情也很差，而且已经在不舒服了。对，阿乖，我被搞傲，我被搞用，我被搞病，对，没送。哎呦，他妈只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怪异的地方，因为他妈以前是就是有那个挡机的，那个是什么体质，所以有时候晚上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会看着上面说：“阿丽奶奶，阿丽奶奶回家都来。”啊，对对对，什么意思？就是我妈住院，就是开刀后住院的头几天，他会看着同一个东西，比如说远方的一个，比如说疏散的那个地图，那个哦楼层疏散地图，他就说：“哎，欸，对着那个讲话，要有几架变色龙呢？”然后可能隔一阵子哦，他又比着那个同一个地方说：“要有几架鸟咪呢？”而且你很明显感觉到他的那个神情、讲话的语气、语调、眼神，都不是平常意识清楚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我妈有那个当机的那个体质，哇，听起来其实我是有点毛的。毕竟是在医院里面，可是只是变色龙跟猫咪啊！我举例，可爱啊！举例，还有其他的。他那天是跟我说啊，李奶为家领来。你吗？他比着你。没有，我在他旁边陪他聊天，聊一聊。然后他那，因为他们会有帘子嘛，帘子会有个入口，他就直接指那入口说：“你哪位家里来？”不是在对你讲话，是对着某一个。哎哎，你哪位家里来？对啊，这不是你的房间呢。然后我就问说：“啊，像你来？”一条说：“哎，都啊就位家里来。”哦，我就说：“哦，我就啊啊，假装没听到。”又在医院。那通常又是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嘛，对对对对对，通常是晚上的时候，下班过去的时候。然后这个 B 妈又是有那个当机的那个体质，对哦，哎，他常会讲一讲，就看着一个地方，然后就眼神就定在那里，然后就想说，哎，靠腰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像你搞垮吗？那个时候我真的也蛮担心的，我妈担心我妈后来会不会以后就会变这样子。哦，但应该过了就好了。后来有问一下医生啊，护理师，他们说因为有用一些止痛的那个叫什么吗啡嘛，再加上手高龄的全身麻醉，可能麻醉对大脑也会有一些可能一些影响。哦，所以那有些幻觉啊，对，那个都算是正常可能的后遗症。哦，对，那要这就是要我们再观察一下这样。对，那这是科学的说法，科学面科学面的说法，对对对，但不可考啦。不可考，毕竟那应该后来就好了吧？现在是我妈已经是意识清楚了，okay，所以就 OK 了。对对，这方面的大石就放下来了。那当然，因为你一乍拎起弓，一乍起盔弓，那没有神明来吗？没有看到哦？你乍拜上面？我家哦，什么翁牙、千岁啊，千岁那些后牙公啊，你是指五户千岁哦？有好像有翁牙吗？对啊，叫第一户第一户千岁有哦，他没有说哦翁牙来好好看，那个时候没有，没有神明来，他只会问我说，哎，阿弟张邓启的时候，有算修香噶神明修清安之类，他还会在意我有没有跟他们拜拜，回家有没有拜拜？对，哎，没有来顾一下，应该有，可能变成猫啊，变色龙啊，对，色龙，毕竟神明视角可能是高空了，
哎、欸，没有，因为对啊，以前阿金那时候也是因为舌癌嘛，然后有来台大医院，然后住院过一阵子，你都讲哦，跟你讲，我们到这姓名真正有够灵，因为我们是拜那个熊帝公、玄天上帝、还有这个国术馆拜达摩达摩祖师、然后还有这个三太子，我们家就拜了三个，哎，我们家都拜三，因为国术馆，他说哦，有够灵，熊帝公我来给他看。哦，又看到。对，他讲他住在几楼，高楼层，我记得忘记几楼了。反正在台大，对，台大的。然后说有来他们家来搞狗，搞狗公我不要紧。所以那时候的住院没有神明来吗？我在想，我妈那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不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了。好，所以可能也没办法，可能发挥法力去看。发挥法力，不是他会来哦，他是会来的哦。Oh, 所以可能他说你哪位家来，可能在讲，可能就是在那个、哦，因为你回去要烧香，我知道阿妈在嘉义会烧香哦，不必要，那什么那个身体健康，阿奶爱来给我看一下哦，然后说哦真叫我来呢，真叫我来，给我搞呢。哦，我妈倒是特别没有特别讲到这一块、欸，没有，你事后你妈意识再好一点，你可以下次跟她聊聊。好啊，对啊，下次探望我的时候，你家的化身成变色龙来了，猫咪、鸟咪、猫咪、鸟咪来了，对对 对, 對，有时候是老鼠，而且这件事情我跟爸比还有爸比的姐姐，我们三个核对过，一对也常常出现，对啊，就是变色龙有些状况，还是你看到许孝顺顺哥来了，真的，这是什么旁变色龙？什么东西？我没事，太老了，这是滑太老了，哦。核对过的是变色龙了，对啊，没有啊，就核对有一些感觉状况，对他自己，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医生讲的那个幻觉，还是他真的有看到什么。但这种状况就是在那段时间不断的会发生。对啊，对啊，对啊。那住多久？这样医院住多久才出院？哦，从因为门诊那一天就立刻答应动手术嘛，然后他就说要帮我们安排病房，然后当天入住一二三，大概六天还是七天哦。哇、哦，一个礼拜，那真是痛苦了一个礼拜，好像七个月一样。但是手术之后，你其实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我妈的疼痛已经明显降轻了。哦，疼痛缓解，明显降对，对，尤其是之前随便动、随便挨的这边已经好很多，就没事了。对，因为痛一旦减轻之后，你其实生活上的很多问题都会比较比较减轻了。对，换尿布啊什么都比较容易一点点。是，但那一个礼拜都没办法下床了嘛，都是卧床状态，都是卧床的状态。一个礼拜后出院了，就出院了，然后就送去这个养护中心了，单人房了，对，单人房哎，难得哎，哎，多少钱？我比较好奇多少钱？三万一个月，三万九。有打折，个月三有打折，为什么有打折？因为定价是42,000啊，打了3000块就对了。对对 对, 對，但他需要定说我要定，比如几个月几个月这样吗？哦，那一开始问的时候他说没有，哦，就是我临时十年呢、啊，可以十年吗？39,000不贵耶、欸，他好像有分等级的，24小时全日型的哦。全日啊，39,000啊，不用另外再加什么伙食费，而且重点是单人房哎、欸，对啊，单人房哎、欸，哦，他们那边会包伙食啊，但是一些比较耗材，就是比如说你平常自己吃的营养品啊、尿布啊，那当然另外要自己再带。三万九，那一天才多少钱呢、欸？一天3000哎、欸，1000多。一千多啦，一千多啦，一千多哎、欸，对啊，划算，一千多很划算呢、欸。可是就你要不要住10年？不行啊，不行、啊。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如果说你没有要求很高的医疗品质照护的话，那个一般来说我是蛮 OK 的，因为他是有叫才会来。就是、有叫才会来，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我们因为毕竟还有一些基本的医护笔嘛。哦，对啊，对对，不过康有需要才要来啊。对啊，对啊，他就是会巡，他大概他一个要顾7-8个，印象中。对，所以他是有叫才会来，他会24小时贴身。对、那我最近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他请的是24小时贴身，然后又是护理师退役，这种就真的贵了。在家里吗？还 是, 也是在家里？在家里哦，这种就是很贵，多少钱啊？我高档、哦，价钱我有点忘记，但应该是3-4倍起跳，3-4倍10万差不多要啦，要我觉得这很合理。哎、欸，来家里一整天呢、欸，24小时，他会依照他的经验，比方说正常来说可能9-10万就是一般24小时的全日看护、啊，但是如果他的经验更好的话。它的价格都会一直往上加下去、差不多、欸、你保姆在台北是24小时的保姆、就是8-9万、
废话，二十四没有，我说是卡在24小时，等于他睡眠的状态也不是非常好。对对，但他一定要休假，不是30天啊，不可能，一定要休正常的休假。不过我朋友说非常好，就是他说，一般来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反而会教我们啊。护理师，因为他护理师专业的，对，就是他照顾的非常好，所以他觉得那笔钱花的值得。如果说你的长辈不是说可能长期的。短期需要，然后最紧急那时候，对，你可以给他，就是用月子中心的想法或做月嫂的想法，就给他最好这样，就是3-4个月的时间给他，然后他顺便这段期间，他也教你一些照护的知识，对，你后面就会知道怎么处理，对，然后最难的那段时间交给专业的就好，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啊，打算住多久？当然是因为我妈现在是大概2个礼拜1个月，每2个礼拜回诊一次啊。哦、那下一次回诊月中的时候，就要再照一次 X 光。那医生就会评估啊，看能不能需要再开始做一些复健类。哦，对啊，因为我妈是刚好卡在手也出问题，她没有办法扶那个助行器。对，对，没法使力哎，对，不然的话，医生说其实她动这个关节髋关节这边置换，其实隔天就可以。再有助行器，对，就可以走了。但他的右肩膀偏偏肩膀出问题，那哪一个会先好？手会先好吗？哦，应该是这边算起来会先好，只是他现在他现在的肌力好像就是比较弱一点，还是要靠助行器。对，那肩膀的话，现在基本上他是要吊着，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那个三角筋吊着，对对，就这样吊着，还是角度是还蛮受限的。就说这边可能至少要1-2个月。好好的休养这样、哦、所以等要手好了才能可以去练脚助行，对啊，你才能扶那个啊、不然你单只手去拿很危险、欸、你慢慢又跌倒换左边换左边啊刷上、你就等好其中一个好脚、好或手好、对，然后才可以慢慢再做复健，换、左边那还有假啦啦，真的是假啦啦，还有假啦啦，我觉得他妈妈已经有那个身体已经蛮好蛮多了，因为他说他去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妈会学那边的外用啊、哦，看护工啊，外籍看护工啊，他就我妈就会说，哎、欸，来换尿布，然后我妈就会学说，哎，等一下啦。等一下哦，他那个 Q 我妈学的很像，我学的还不像哦。你说他学那个外籍看护的那个口音超像，因为他毕竟整天跟他在那开玩笑，超像的，可以开玩笑了。对啊，然后就有还会他们哎、欸，他都要往尿北拜，然后塞一些点心给他，很舒服。我妈就会讨好，来啦，吃啦，吃啦。这样是不是对长辈其实也心理上也比较好？因为他请你做，其实他也拍手啊，对啊，对啊。但他就是你把他送到那边，然后有专业的人帮他弄，他可能心理上也好过，至少不是对一直麻烦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他有什么需求也比较好说出来，对，比较对陌生人，你觉得反而还好，毕竟是就是我们付钱去买服务，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开机买服务啊，对啊，所以就好好给我洗呀，对啊，对不对？我要洗澡，在搞什么东西？我都买了服务了，我都洗完了，对啊，他不处理，我还要自己弄，我老婆干嘛？是不一样的，买服务啊，哪里不一样？我都是要买服务，就是给专买服务，就是给专业，不是我们糟蹋人。对，然后我就买服务了，当然享受这个服务，享受这个专业啊。哎，对，没错，这么会弄，为什么不帮我弄？哎，真的真的，自己不弄奇怪，自己不要弄这服务。家属一开始会有个迷思，像他们家就会觉得说，送去那里也都是外籍看护工啊，啊，如果妈妈讲的话，外籍看护工听不懂怎么办？哎，怎么办？就会很担心这件事情。对啊，啊，殊不知人家外籍看护工一定都是有受过训练，拿到证照的。对对对，比你们这些家属强多了。真的真的，再怎么样还是比我们自己，而且简单的中文一定会啦。对啊，中文甚至台语都会啊。对啊，我妈就说那个看护工还会拿着尿布说：“阿姨阿姨，这里没啊。”没有了，不是很像，请大家意会哦，自行意会。OK， 要不然叫你儿子买，然后就另外手指头拿着手机，电话没有了，电话就是还是会让你懂，懂了，这样就懂了，这样就懂了。所以其实不太那么担心，不用太担心。他们跟护理师会有 LINE， 就随时可以传 LINE。哦，你是说那个长照那边？哦，你是说家属吗？对，家属跟那个养护中心那边有 line 了。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像月子中心的。
对，所以现在其实生活也是比较终于回到一些正轨了啦。所以那段起不到前面那段时间你就是整个都请假了嘛，对啊，所有的假全部请光了，休假啊，什么照家庭照顾假啊，都能请的都请了，生理假啊，都催了，说我还是嘛，生理假我还是嘛的，我不能有生理假吗？可以啦可以啦，对，就请啦，病假事假啊，管他的，对啊，反正考鸡如浮云啊，嗯，考鸡如浮云，对啊，随便照顾妈妈啦，当然啦，妈妈只有一个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时候就是你要认真赚钱，对，我认真赚钱，我要 hold 住家里，这样认真看股市，哎呦，这一档又 OK 了，这档要赚了，可以去北投阳明山上了。这件事情我都发现，人家说什么有什么有钱不是万能，看有钱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你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包括住院，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是没有病房的，然后医院就说有自费的，你要不要、对对对，我们是住自费，哦，对对，其实健保房早已经都没有了，是四人房，但三人以上都叫三人以下都要自费，对啊，他就说有自费的你要不要，自费立刻有啊，健保他在排，对，那当然好，忙，对，没有，你先问一下，佛姐今天涨还跌？涨涨，有没有涨？有没有涨？涨了，好，给我单人房，住三人的，生医产业有多重要？我就说我看好生医产业，还有 view 的海景的，各位的海景、山景的，龙总拿来的海景、山景、山景、山景、绿景，有山景、绿景。啊、我们看阳明山大屯山脉的，哇，就是那个看出去真的是看出去。是吗？是吧？有住单人的吗？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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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一笔钱，把那个赶出去。我就是要单人，我就是要单人，旁边不要别人，给他十万加滚。我付双倍的房费，隔壁的我也包了，这样。隔壁包了，包了，包了。其实你可以花单人房的钱就好。我就是要保证那么大。只有双人床的大小，不过我觉得龙总算蛮舒服的啦，真的真的，因为他后来已经变龙总 VIP 了，他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说，你等一下进来那边有个交易厅，然后你东西要在那边干嘛，然后做什么，他是自己本人就很熟啦，对啊，你自己就很常跑龙总，我很多科都跑龙总的，龙总中正楼各科他都熟啊，瘘管啊，痛风啊，现在要加上这个长辈的，对啊，对不对 ？X 光啊，什么很多检查都跑过，心电图啊，会不会该检查的都跑过了？那就是龙总 Google Map， 龙总龙总 Google Map。哎，我陪我妈去过一次，我觉得龙总很困难很大，对，然后肯定在 A 栋看完，他会跟你说你要去 B 栋的哪里做什么检查，迷宫在哪里？比台北车站还复杂。其实没那么夸张，你熟了之后，它大概就是两大洞，一般人没有办法，一般人它只有两大洞，作用最多的两大洞，两大洞而已嘛。对，一个三门诊啊，一个中正楼。哦，但它会分开啊，就是你在做什么什么检查，你要去这里，对对对，去哪里？它检查中大部分要在中正楼做检查。哦，原来是。哦，你在做什么 ？X 光在哪里？抽血在哪里？你大概都知道，都在中，大部分在中正楼，都知道，不用看指标啊，对，马上就可以走。我们 B 哥区是不用看指标，对对对，他直接。穿一个背心就可以站在门口，我就是当志工啊，志工哎，所以我下次找志工前，我直接先打电话问他说：“哎，我现在要做什么检查？去哪里？”不，你还是找志工好。哎，你觉得你退休之后可以当志工？我觉得你可以哎，志工有一些应该有一些福利，哎呦，就是看对不对，打几折这样子吗？不，应该没有打折啊，那我可能比较快，快速通关，快速通关。嘿，开始通关，然后的服务，嘿，然后可能病房比较好排，病房是比较好瞧，啊，你又认识护理师啊，然后认识医生这样子，不然的话我认识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龙总也可以，也可以，龙总可以，也可以啊，可以可以，哇塞，啊啊啊，还有院长啊，不是不是，哎呦，前男友，不是啊，小燕子前男友是院长啊，太久了，哇，前夫。不可考，你爸，你亲生父，哇，你生父哦，哦，前男友台电，所以你爸好想知道，你爸知道吗？应该知道，因为我妈都会讲。哦，啊，炸炸给台电的，哎呀，像你们这种菜家的哈，早知道我那么辛苦啊，都为你们菜家，还要去市场做生意，嘿。
好、哦，我要得当贵妇啊！我四十岁就是贵妇了，每天在家里含饴弄孙，煮饭给你们吃就好了。是蔡妈妈，啊，也是蔡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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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好好，不错啦。所以现在算是稳定了啦，稳定了，我自己的心情也稳定了啦。哦，不然那个真的是心烦意乱了那一阵子。哦，我觉得照顾病人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稳呢、欸。哦，对对 对, 对，因为你如果很慌，有的人的情绪像阿丁，他是别人生病他会非常慌，别人生病他自己很慌，两类讲名医的话学，可能病人还没有那么慌，比病人还慌，还慌啊，对的嘛，然后自己开始爆哭一波，自己先哭，病人都还没有哭，他自己会先爆哭一波，有够烦的，特别感性我都没那么难过，你难过什么？因为其实你那个医嘱很多、嗯、你需要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把这些医嘱全部记下来、嗯、因为你才可以按着上面医嘱去做、嗯、但是如果你自己在那边难过悲伤一波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医生在讲什么，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弄，你就会很慌乱、哦、然后护理师其实也不太会帮你，因为你已经讲过、嗯、你就照那个 SOP 你就照那个来就好了，然后医生不会常出现，对啊、嗯、对，巡房的时候才会，没错，所以其实中间很多就是要靠一个头脑灵光的家属、欸、那医嘱是他会给你一个表格吗，还是你要自己想，他们是自己记的，我是自己记啊，一直记啊、哦、我就是那个手机开记事本一直记啊、哦、哎，医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记一下这个时候真的要厚脸皮、啊、你知道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脸皮要厚，别人讲清楚以后也不会麻烦他们，也 OK、啊、对对 对, 對、啊、不好意思，我不会做错，我记一下、嗯、不然后你不清楚再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多久要干嘛、啊、然后要我有时候有几次也是问到医生有点不耐烦真的真的，意思因为他门诊前来巡房、或者是门诊的时候他要急着，他直接跟我说、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有一场手术、我要可能要离开了，对对，就是问到都是刚耽误他的时间，在缠着那个护理师，哎，刚一挂一星期你说、我还有几个问题呢问题很多，不然我 Podcast 讲不清楚我会被嘎哥骂没有，我觉得他算真的很有心 的儿女啦，对啊，我觉得做得很好、哎呦，那你有没有心的要分享一下，因为这件事让我们长了很多知识，就是如果长辈面临到怎样，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是就是有长知识、哎、那你记事本还在吗？记事本哦，那我们分享一下你做了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有，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拿出这个我们这个身边朋友还没有换 iPhone 的这个手机HTC 啊，终于换 HTC 啊，这个我有分门诊的时候问，哦、然后急诊的时候问，洋洋洒洒好几页，哇！我有分门诊的时候要问什么，哇！急诊的时候要问什么，做过了还要把它化掉，问完的要先化掉，不然会那个，哇！哇，然后回诊的时候追踪的时候要问、欸哦、出院的时候要问什么这样、哦、我们可以来 YouTube 这样稍微看一下里面内容，不要拍到哦，你看洋洋洒洒很多、欸、很认真、欸、对、啊、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很好，就是门诊的时候要问什么，因为你当下想到，真的会忘记，可是你人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忘记、对对 对、啊、你想到就要马上记下来了。我们分享一下 给大家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很有参考的价值、这样我有点害羞，不会不会不会，我再吃一个喉糖，他你再涂个护唇膏好我们这个 B 哥的这个记事本写阿布 QA 啦，阿布 QA 对，还有就是哦，回诊要问什么，回诊对啊，然后回诊问的有第一个是骨科哦，然后说哦脚偶尔会神经抽痛，然后这个肩膀持续痛、这是正常的吗，然后是那复健、然后复健的动作是怎么样、然后吃东西、你钙片，然后吃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帮助，对，然后伤口护理要怎么护理，对啊，想得到就赶快记啊、就所以是说你那个、可能你有查自己查一些资料然后再询问医生是不是、大部分是我想自己去想到说哎，我妈以后的生活我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吃东西啊，对，钙片要补什么，钙片因为就觉得说哎，鲈鱼啊钙片，对，骨头的伤势啊，吃钙片会不会帮助他好愈合好快一点？这样那有吗？那有吗？医生怎么回答？我们还没开始回诊哦，这下这还没化掉，这还没化掉，这还没化掉，还没化掉，它下面有化掉了，就是然后会有挂心脏科的啦，然后内、啊、科的啦，然后内科的药很多药可不可以一起用啊？对啊。然后一些感染科加一科什么，不，好多哦对，这里要跟大家讲，去大医院真的要耐心，因为他不会单一科看你所有的，你会挂好几科，那这些好几科你每个都要，
你要分门别类自己问清楚是哪一个问题。因为你在骨科问到内科，他会说：“哎、欸，那你可能在挂内科问题。”对对对对啊，对啊，對啊对对对，他们是分门别类的。哇，他真的很多哎、欸！哇，这个应该要我们一个云端，然后让大家参考一下。他真的，因为他分成回诊的时候问，还有出院前要先问好什么东西，要回去要注意什么，出院前要注意对，然后开刀后医生来巡的时候要问什么东西，哇。他每一个时间点，然后要我突然觉得我以后怎么样，应该不用带太多。对对对对对，他做的非常的好。哦、不，因为虽然我有哥哥跟姐姐，但姐姐常常出差在外、啊，然后、欸、哥哥也不太靠不太住，所以靠自己。我只能靠自己哥哥的故事，我们前几集有讲聊，稍微、啊、稍微稍微聊了一下，稍微一下下、哦、一下下。对对 对, 對、哦、比如说开刀后，我跟他分享啊，开刀后问什么呢？不是哦，术后还是会像术前那么痛呢？然后多久还是才会不痛？对啊，而且很常，我很想 很常想问的事情啊、嗯、然后预先要不要准备什么辅具，例如轮椅还是什么、哦？对啊，要不要先借好啊？还有没有机会要住那个复健病房？对啊，因为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人说，哎、欸，可以有复健，有一些医院是有复健病房这种资源可以用。那、哦嗯啊、再来当然就是饮食啦、啊，饮食建议多吃，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嗯、然后喝什么，这样、嗯、对。那你怎么评估何时就可以慢慢开始站起来，或用右手？欸、还是右手，对，可以用右手、哦啊哦，要问清楚。嗯，哎呦，而且我觉得问清楚是家属、哦，就是病人本身也会比较安心。嗯，对啊，哎、欸，我你他问你什么，我满在，我很心对这样，对啊，对啊，他也会比较安心一点。那、啊、这个有时候你没有先打好起来，你就会忘记问，对，绝对会忘记。我是疑心说啊，我够三本得了，嗯，突然没想到，对，啊，后来遇到了才想到啊，完蛋了，对啊，去哪里找医师、护理师来？要等医师下一次来，对，然后医师又很难来。哎呦，掌声啊！哎呦，很棒很棒，给大家做参考、欸，哎，真的、欸，认真啊，长知识哎、欸！哎呦，老布啊，自己的老布 啊，长大了哎、欸！经过这件事情，我发现这个 B 哥明显长大了没有？对，我还算是个有用的妈宝吧？有用的妈宝，是是是，蛮有用有用，蛮有用，算是有用的妈宝，有用有用有用、欸。突然觉得生小孩在这时候蛮好用的，是不是？也未必啊！你看我家里、欸、没有，还好你妈生三个嘞。有还有生你呢，但是三分之一，三还丢姐的啦。对啊，因为姐姐因为结婚了嘛。对啊，對啊姐姐比较常跑国外，没有在国外，对啊，经济要靠她了。对啊，嗯，然后哥哥比较靠不住嘛，對對對，嗯，还好生了，捡到在垃圾堆捡了这个一哥回来，CP 很高啊 ，CP 是不是很高啊？还好，工作也不用怎么样，但是考绩如浮云。然后就是平常宅在家也没什么外物。啊，对对对对对，也不会没胡作非为，朋友又少，约会又少，哎，没有什么应酬啊，阿伯啊，邻居啊，什么不是什么花蝴蝶那一类的，就打打电动而已啊，玩玩模型啊，打电动小孩不会变坏。哦，对对对，哎，没有人那时候有人说，就是生小孩生一个跟生很多个的差别，在这个时候也很有差哦。就是比如你两个至少有两个人可以讨论出对对出一个比如你要帮妈妈做决定要不要开刀，嗯，然后再两个人一起做这个决定、哦、那最好是三个才有一个结果啊，投票因为会平手啊，单要单数要单数很有道理，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至少是有人可以讨论、啊、干脆就三哦，所以干嘛现在要干嘛怎样怎样，你看我你要二要么一要自己处理啊，自己决定你扛嘛。多数决要三这样。哎、欸，多数决的话就要三。是一个人压力很大、欸，等于你要帮他决定。一不如二嘛。对。那既然二没办法决定，不如就三，对不对？哦、那三那三就不如四啦、啊。四也是决定不了、啊。四个可以轮流啊。那你不如七个，啊、一人顾一天。哦，也是可以。如果你这个雄心壮志的话，你们都还有机会。加油，我们可以合起来，啊、对不对？你四，我三加四，然后合起来就七打四。哎、欸，可以。七打四就好了。七打四完全 OK。七打四也 OK， 可以可以可以。要不然就多赚一点钱，请专业的来，这样就好了。我们要加入他们七打四。你们以后你在说我七打六，没有，所以你们要努力赚钱啊！你们两个加油呢！我们以后只会有玛利亚什么的，哎呀，努力赚钱！对，我们要有钱，我们要有钱，就是住阳明山，然后 view 很好的养生村的，真的，先华为，就这样很专业的来就好了，先排队，对。哎呀，还蛮好的。这个时候，那个生小孩就出现了，对不对？
对啊，人家都讲说、嗯、哦，至少兄弟姐妹有人可以讨论，有人可以分担一点点。对对啊，不然自己一个人，嗯、你就要自己一个人要顾，自己一个人要决定。是，我觉得决定这件事情比较难吧。对，就你要，因为有时候你要不要开刀，这种对长辈来说可能是大事。对，然后你要帮他决定，嗯、等于你要承担他这个责任。没有，像是这个 男生像 B 哥还好会循循善用跟他妈妈沟通讨论、嗯、对啊、欸、有些 男生没有办法跟妈妈长辈会吵架哦，对，所以就需要一个比较柔的那种女儿、嗯、才有办法跟爸妈的沟通，有没有？嗯，还铺梗，还铺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所以这中安很棒，台湾很棒，他两个女儿可以沟通，对，很好沟通，很好沟通。有时候男生的啊，现在啦，是劲呢，那不得瑟，乖乖的啦，瑟瑟老太婆，爸爸，哎，那不行，那劲呢，那乖乖的，那啰嗦啦。你新的关内好，你就开呀，对啊，是乖乖的开呀，这样是在预测未来。有时候男生比较没有耐心啊，如果哎一个女儿在旁边，哎，循循善诱、哦、啊，娶一个好媳妇也可以。哎，这个可遇不可求、啊，确实也是。好媳妇就可遇不可求。我必须说，这像 B 哥家事件，媳妇完全没有帮助啊。是是是是，对对，有对、啊、媳妇哎、欸，你是媳妇哎、欸，媳妇没屁用哦。有啦有，他有帮我找一些那个长照资源啊。哎、哦欸，这间不错，这间不错，然后就我就可以打去问。没有，我觉得我们要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家里的状况不一样。像他们家的状况，我如果强出头的话，其实会两败俱伤。啊、嗯，对对 对，因为那 B 妈也不希望你来。是是是，最主要我有一个 B 胸啊 ，B 胸 ，B 胸就是蛮 B 胸 ，B 胸，B 胸也有之前有聊过，蛮麻烦的。我这次因为 B 胸的关系，我差点好几次真的是差点就要暴走了，你一个暴走了，对啊，因为我变成说我不只要顾我妈，我还要顾 B 胸的情绪，对啊，对，所以你妈在痛的时候，她会觉得很吵，我讲话做决定什么的，哎、欸，我都不能，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能直说的，我要顾虑到 B 胸。对他们要拐弯抹角、哦、对、哦、我真的觉得很痛苦，你可能需要听七月半那首歌你一个暴走但你在医院的时候 B 兄就没有来帮忙，就他有来过，然后马上他就生气了啊，为什么要生气、在医院气什么？因为他有一些雷嘛，就是 你自己踩到雷，对，他就精神上有比较多的雷。 对，那就是像我妈哀痛会挨，会挨，我觉得这很正常。对，我们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病人嘛。但这是他的雷，就觉得太吵吗？不是，他就觉得说他以前受过很多大伤，他也出车祸过什么的。嗯，但是他自己很痛，他自己是忍下来，他不想造成这么麻烦。但是为什么你忍不下来？这很莫名其妙的想法。哦 ，OK，OK，OK， 然后他就会马上就会。暴走，不要再叫了啦！万一咋的，安娜都不叫个安尼，我还是就安掉哎，卖叫啊！然后就在我们自己家庭的群组就开始传一些可能很情绪化、很歇斯底里的事情。对，所以后来索性就变成说，只有我跟我姐两个在顾我妈。跟着你慢来，慢来，真的，因为她再来，我跟我姐变得还要再顾处理一个，就是要一打一，真的。而且你妈的这个那个情绪也不会好。对啊，对，会变成说全部整个家庭都不好。给卖来你出的呵，对啊对啊，后来就索性把他改任务，就是说请他在家里帮忙顾家、啊、顾家就好，清理家里、啊哦、还要 给他一个任务，他不是没有用哦，是出爱好的狗，你不能说他没有用，他会生气哦，你要顾到孩子，要顾到他的尊严什么的，哎，心明嘛爱拜呢，对，妈妈妈妈不爱拜，还要拜啊，家里要，但是他说他不拜拜，好呗。是不是很累？是不是很累？好累，我觉得比照顾你妈还累。对，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水深火热，那个整个理智线都是在一个很薄、很薄、很薄、纳米薄的，随时要锻炼的那种。哦，那个哦，我看他们那个家族群组的那个，我心想说，干公三小，就是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还有这样的要求，或是这样的言论。匪夷所思，嗯，还不能共体时间算了，还在那边扯后腿，嗯，对对，然后制造人家的困扰，对，那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地方，啊、嗯，过了过了过了哈，现在好一点，真的回到正轨了，回到正轨，还可以来录音，还不错，现在好一点了，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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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现在妈妈就住在那个养护所，养护所，养护中心这样，然后每天就探望他，对啊，對啊，我。
我们就是大概两天去一次啊，不然我妈说，我们去的时间也短啊，她也不想麻烦我们一直去啊，这样。哦，你妈拍谁？就是隔天、隔天、隔天。没有，主要是他现在还要从床上移到轮椅，那一段其实还是会拖太舒服来。哦，他不能去床上看。刚来，我搞勒死。刚来啊！背起来啊，个坐轮哦。啊，讲无几句诶，就要走。对啊，我怪为轮椅。但其实医生说，那个其实是必要的一个类似现阶段能做的复健。哦，你还是要动啊，因为他就是一直，不然他就是一直卧床啊。对啊，上下床，然后或者是站坐在脚床边动一下脚也好，都很 OK， 就是不要都不动这样。所以要活就要动啊。对，人一定要靠自己。哎，那 B 妈会用手机传LINE吗？哦。传LINE不太会，他智慧型这个有点障碍，教过很多次，但是还是就是会忘记啊，会怎样？而且他现在是左手不灵巧啊，啊对对，所以他现在不要视讯，他也没办法，很难很难。我跟九九成功一次，九九成功是比如说你打给他，他有接起来这样，打给他他接是 OK， 比较会哦，但是他自己要播出来要找到有难度 ，B 哥，然后这样按下去，然后按到视讯，视讯通话，那个比较难，对啊，那因为左手嘛，常常点歪点歪点歪啊，哦，然后想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看一下。B 妈七十几岁了哈，快八十了，死不阿妈，我阿妈也都不会哦，对啊。他会视讯吗？不会，怎么可能会？他没有手机啊。只有我们在旁边，然后跟他看，一起视讯，要跟我们班级。那这件事情，我们以后我们要好好学啊。对，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帮我们，可以视讯，我们要自己学。学什么？学新科技的应用，新科技跟大家联络可以啦。人一定要靠自己嘛。辛苦了，差不多啦。我们这年纪也大概遇到就是爸爸妈妈大概年纪也大了，对，后续需要照顾了。然后刚好这个。B 哥这个经验，我们先有个心理准备，可能遇到这些事情，是冷静啊。如果遇到的话，先冷静处理啊，冷静处理，对，对对，然后不要造成人家困扰，情绪可能要放在比较后面，先把事情当下。我觉得其实不太会有什么情绪，就是只会觉得说，哦，我妈可能又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需要运用什么，就其实是赶快去找，根本没有时间去。有什么紧张啊？难过或是对对对，没有时间在那边沮丧什么的。但我觉得这是不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啊？像前阵子我们家也发生一些事，但男生就可以冷静下来，很处理各个问题，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干嘛？叭叭叭叭。那女生在就是哭。妈妈，我心疼到，我今晚心累啊！我就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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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担心。很哭，你们两个很哭，搞不定的啦，就会趁我赶快处理。那我对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弟很厉害，可以冷静这样嘛，然后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说男生大部分都这样，应该都是这样。然后因为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是吧？是吧？啊，靠，没跟处理的，对，事情处理完就好，差别这样。哭真的是在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什么问题，对啊，对对对啊，我妈还是在那边痛啊，所以你不如就赶快去找资源，怎么处理？对啊。那就先一个沙盘推演，个心理准备，沙盘推演。如果我家里长辈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处理？跟我们这个防灾演练一样嘛。对对对对对，心里要先有防灾演练，地震来要干嘛？台风来要干嘛？没错。如果家人生病，可以怎么样的安排？叭叭叭叭。我们先从翻身跟换尿布开始。不然就是什么钱先准备好。哦，这笔钱啊，对对对，钱。先交代一个头脑清醒的朋友，跟他说我怎么了，记得帮我把钱花掉。哎，真的吗？对啊，很欢迎啊！欢迎，蛮清醒的，是不是？因为二位没有要生嘛，没有没有，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那个先写好呢，不然会先就会分给我的花掉是假设啊，我今天怎么了？婚礼主演你要请看护啊，要有人帮你请啊。哦对对对，要不能自己说，我不能，我在那边手抖都还要请看护，我可以帮你处理啊，我们先处理啊，可以，你先写下来啊，好，先写下来，然后那个密码没有，什么几号密码啦，12345，然后帮我请看护这样，对啊，然后钱要怎么花啊，然后多少给蔡老贵，多少给米宝，写好都要写好，是是是，好不好，都写好，那我还是给米宝比较可靠，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哦，
哦，对啊，是是是是，我们巨蟹座的哦，哎，不要再抢，是不是？巨蟹座顾家的哦，你确定他没有想要多照顾两个老人？哎，你给他钱，他就 OK 哦，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他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我们，是吧？我们现在有四个，开一开好了啦，算了啦。你好，你现在有四个，你现在有四个可以留，对对对，中换两个，我们两个，哦，要不要？投资一下我跟你讲未来还有投资，我看好小那个小九九跟小九九还年轻没那么快几岁他很久，你知道他才几岁，我们一代一代要往下传承，二十二大姐大学刚毕，大学刚毕业在干嘛真的耶，他可能还要22，他可能还要九年十年齁，会不会，对啊，才会成熟一点，也不是说你就生小孩也不一定，但因为我那天问，然后哎，他们是有想要成家立业的，哦，对，是是是，对啊，不错啦，不错啦，都我们都往下播种一下，好，嗯，你可以寄望我们没有问题，我觉得很 OK， 突然可以被寄望，你干嘛帮蔡小贵决定？对啊 ，OK 啊，大家一起啊，然后那个养生村的概念不错，我觉得可以，我们从这个发展。对 对， 對，往养生村发展。你刚刚 有跟人家说台北是不要的地嘛？对，干，嗯，脆就一起这样，啊。我刚说60坪，我说错了，我是说600坪，600坪都不太够，好不好？对啦，高档养生村你没有个2000坪怎么够，嗯？因为你还有户外，让大家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不然真关在那里面会。你房间要够大，你的公司要够好，我们有一些交易的地方啊，大概2000坪啊。2000坪，你就有农地2000坪，然后有机会转建地的那种。那才便宜，给他们入股看一下，而且他会分嘛，比方说养生村是健康的，那有我们有可能会不健康，健康的，啊，所以又有不健康的，就要两栋，对，两栋，嗯，哎，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生命园区啊，生命园区一条龙，哦，那可能5000坪，要5000坪，不是生命园区跟养生村摆在一起，就觉得。你就看到你未来，我们给人家的未来，你盖得漂漂亮亮，啊，你就是这样，你一条龙一进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到这里刚好 ，A 栋 B 栋 C 栋，对，对啊 ，A 栋 B 栋 C 栋，慢慢来，天堂之路后面有个天堂路，对啊，你要让大家看到未来的希望，不然说啊，我来挂倒嘞，啊，如果不健康了，没办法行动不便，怎么办？我要被赶走吗 ？B 栋 ，B 栋 ，B 栋这边有照护的，还是要即便安宁的，对，我们的老板就是 B 哥，他有经验，有经验。哎，啊，如果万一我走了之后要运去哪里怎么办？你住的习习惯惯的嘛，这边环境也 OK， 哎，啊，来西东，西东，对，对啊，那整个生命园区就给他看，欸，以后你的位置是怎么样？没错，这样感觉蛮不错，就对小朋友来讲也好，也方便，对，就是结束这样，就等于你一直直升上去的概念了啊，直升高中，你就国小来念哦，国中、高中到大学都是一条龙上去的，不用担心。你一开始钱就先花好，就去买了，就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长久的服务。对，然后即便上天堂下地狱没有关系，我们阴间虚拟货币一条龙，一条龙下面，不用担心嘛，完整呢，欸，一条龙的服务这样搞嘛？你上次跟那个小冬瓜，冬瓜哥有没有聊到这个？有他那时候有跟我们在聊说，哎，可以一夜合作一下，真的啦。他是认真的吧？他说，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啊，他那天聊到说，他觉得那个兽医市场永远都是那个样式，他已经看得很腻了。兽医啊，兽医就是我们，哦，不是 doctor 啊，是那个兽医大狂生之后，生的但穿那个兽衣，就是到现在马褂，对，到现在还是马褂或旗袍，这年头还有谁会想穿呢？对，就没有一些纯棉的吗？对，纯棉比较好烧啊。对啊，真的。哦，纯棉，然后有设计感，然后符合我喜欢的。哎，我生前就不会穿长袍马褂，对，也不会穿旗袍。对啊，为什么我的兽衣是旗袍？对啊，奇怪，我就想穿点点不行，是不是？对啊，是啊，点点洋装哦，可以，嗯，你可以从这样开始规划，可以先开始哦，不错 ，A 栋 B 栋 C 栋，大家思维不一样，连那个时代不一样，大家真的对这种很开放，没错，然后及早规划好，才不会。给那个我们的后生晚辈造成一些困扰，突然间很措手不及。对啊，我们现在开始规划好，结果我们现在就要规划那个我们玩具什么都要断舍离是一样的，哦，不要给那当成那些玩具模型之后被遗物，他怎么要丢不丢，哦，麻烦，欸，对，后面那些啊这些。摆设，你说这些是摆设，是摄影棚的摆设，对不对？会处理掉，处理掉，还是要处理呀？
对，不然你看你有 B 哥一堆哥吉拉钢弹，以后怎么办？对啊，怎么办？哎、欸，我很多还上不去、欸，哎，还没有上架、欸，哎。哦，对他很多还在你说还在箱子里，还没摆上去，是不是？对啊，对，困扰啊，有点困扰。困扰，回去要想想要怎么给。我们现在要就要好好这样规划一下。嗯，好的，好的，不错啦，没错。布局一下地啊，6000平，六千平，从50平变成一下子变成600，然后又变6000，不然我们一栋一栋来。哎，先 A B C 栋，先 A 栋，再收购旁边的 B。但是环评要过了，你那个山上山坡地环评要过了、啊、那个地震很恐怖嘞。不然平地市区也可以的啊，就没有那好山好水看山呢、啊。对啊，哦、公园呐、啊，我们临近公园也可以的，近公园、啊，还是森林公园旁边、啊，还是那种那大湖公园旁边啦、啊哦哦，大湖公园，他们士林美伦公园旁边啦、啊，有一块那6000平的地啦。好不好，嘉义嘛，我们嘉义也不错啊，嘉义啊，哎呀，嘉义公园旁边6000平的地，嘉义公园旁边有6000平的地。啊，棒球场的停车场看要不要？哦，棒球场停车场这个好。嘉义市棒球场旁边就是嘉义公园嘛，对对对，那个好大，停车场有够大，平常也没有球赛，又没人停，好浪费的。拿来用，拿来用，拿来盖房子，什么对啦？去跟嘉义市政府提案。啊、欢迎欢迎来一起住啊！现在不是说养生村都很难预约吗？对啊，对啊，所以你自己盖这样。对，我们从以前在念书，大一一进去，大二就叫我们社工系老师叫我们要做长照，做长照，对，然后要盖，尤其是最好自己经营疗养院、养生村、老人对养护中心、洗肾中心，嗯，对不对？洗肾有没有？我们是走没有那个健康的，我们是一条龙的。对 对, 对、哦，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老师真的是走很前面，远见远见，我还记得是哪个老师？对对对 对, 对, 对，庄老师，庄秀美，庄老师。同学都这样讲、啊，对，还蛮出息的，没有一个带出来，讲那么多年了，对啊，哎是，20年前就在讲，对，哎、欸，以后的趋势绝对是老人，对，绝对是养生村，没错，你社工哦、喔，就领这种薪水而已，顶就那样而已，对对对，你要自己经营，我们有资源，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我们去经营，一定会经营很好，经营的很好，啊，不对，对，对对对，社工人哪有办法？就没有钱嘛？对啊，他前期要投入的那个资金太大了，很不得了。哎，盖三大栋几亿啊？谁有？是不是？真的，看来只能募资。我们可以募资，对，可以 IPO 一下。可以可以，来，我们欢迎，好不好？又来又开始募资，谁不入地狱？哎，谁不入地狱，我入地狱啦，好不好？放眼这个社工系界，谁不入长照，你来来来来，要处理一下。我们只能先在泽泽上面写计划。泽泽。所以募资是50亿，啥子？50亿够吗？等一下，早鸟就可以买到一个位置，可以先划位，一栋一栋来啦，一栋一栋。我们先健康的，对啦。啊，不不不，我们先最后一个，我们从慢慢这样推回来，推回来是不是？慢慢然后 CBA 这样，对，嘿，地先有，那个墓地先有，啊，是是是，塔位先有，对对对，然后再慢慢回来，对，好。刚好跟现在的虚拟货币，对对，我们虚拟货币有了，然后再慢慢往前推，往前推。好的，好的，希望有希望的，有想要加入我们的生命，要进入住我们大头佛生命纪念园区，生命纪念大头佛生命纪念园区的，哦，欢迎，好不好？五星好评，五星好评，他可以先留言，先卡位，先卡位，先找鸟，先优惠，这很像卖什么那个位置的那个。请问金哈比有可以先卡位吗？金哈比绝对。可以是先卡位的，哦、先划位。哎，我们把凤凰楼留给你。好，先选兽医。凤凰楼，凤凰楼，顶楼，顶楼绝对是我们自己人，不好意思啊。四高楼就俗称凤凰楼，那个留给我们的金哈比会员。哎，金哈比的会员。好的，啊，你现在就赶快买哦，申请多买，哎，申请多买，金哈比就可以上去，就上去了，上去，就上那最高的那边，然后最靠近我们大罗佛佛祖的第一排，那个念经啊，特别大声，往生咒的啦，我特别清楚的。特别清楚，真的特别清楚。然后牛头马面第一顺位来抓了，来来来，不是抓，来带领，来带领，请领，请领，对对，就是那一排先。我们当然先啦，我们自己人，我们先嘛，我们入顶楼啊。而且我们那些通关是无障碍，哦，绝对无障碍，会很多辅具，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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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电梯，哎，没背没听嘛，刚才真的没背没听，那种背啊，对了对了，在背，都是飘的，去啦。哎，好了好了，直接这样带过去，很好很好 ，OK，
很棒，很棒，聊成这个这样，事业越做越大。好，就这样。期待你有一天。差不多了，今天聊的差不多吧，对不对？可以啊，感谢 B 哥啊，谢谢。我本来想说还要聊别的，结果竟然一集啊，对不起，对不起。长照聊了一集，没有，我觉得这但是很知识哎，知识量、知识含量很高，而且我们这几个你算是第一个遇到。这没人想遇到啊，真的啦，对，但是知道怎么做，对啊。那后续如果回到家里面呢，如果比较好一点，还需要比如说请那个有看护啊，还是什么？后续其实最主要，我妈如果可以辅具，然后自己可以有行动能力的话，他也不用尿布啦，就是可以自己去厕所啦。那其实生活上起居大部分应该是都可以自己来啊。我们旁边的人当然就是在家人就帮忙就好了。那就要等到他有办法，比如撑着走，对，至少就是持续回诊到医生评估可以了，可以回到家里面了。哦，那就不知道多久呢？医生说可能一两个月，哦，那蛮快的哦。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往后想了。你只能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回诊的时候看他状况。对啊，好好好，对啊，每个礼拜就是每两个礼拜让拍一次 X 光啊，回诊，对啊，对，然后把握当下，好好跟母亲相处的时间。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活在当下，健康最重要了。对，这段期间是不是你跟你妈最密集相处的这几年？很密集啊，是不是？是长大后吧，科体都看光，科体都看光光了、啊。对啊，小时候也没有吧？要擦澡，要擦啊，要擦啊，对啊。然后最主要就是尿布嘛，就是那边都看光光了。对，我妈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觉得应该，我应该要。那边小时候都一起洗澡啊，对啊，很合理的、啊，都一起洗澡，对啊，嗯，哦 ，OK 啦。然后聊最多话的时候，哎呦，对啊，没错，感人呐。那这段期间刚好也不用跟大老佛朝夕相处，也不错啊，有点交功课，拉出一点点距离感，距离美感，距离有美感。哎，这时候的另外一半，我觉得你只要不要让他担心，这样就好了。哦，我自己过得很好，对你过好你的生活，我他自己还跑去日本玩。可以可以，这没问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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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本来要聊一下，说我们自己跑去日本玩，然后什么的，叭叭叭叭叭的。哎，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对对对，当然知道了。哦，是。那下一集啊，下一集，下一集再聊。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好了，下一集再聊啊。对，好好好。哎呀，今天有空的话要一起去了吗？啊，去哪里？去日本啊？去哪里？日本版啊。大阪的关系啊，我们的战国之旅还没前进出发呢。其父吧？你想骗我？什么大阪？其父，大阪也可以啊。大阪，其父之旅。但我还有老婆在家，要顾。还要去看，他两天要去看一次。再过一两个月再看看。好了，等老婆健康一点。好了，这边也祝福我们的 B 妈啦，早日康复，赶快复原。对啊，然后心情好，心情好一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呢，哎、这一阵子虽然 B 哥家发生很多事情，但我们两个在讨论，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呢，他比方说他要选长照，要照什么医院什么很多，但至少他不用担心的是经济无余这件事情。哦，对，因为其实就算我们保保险还是干嘛，你要等保险费下来，都还需要一阵子。你要先垫一下、保险才会下来嘛。对，所以其实手头上面有一些钱，随时来应急，真的是蛮重要的。欸、那如果有一些家庭是没有我们这些后援，对后援的话，那他应该会提医院还是什么机构会提供一些申请补助的一些叭叭叭叭。哦，那个住房费，他说如果你有符合低收啊、身障啊，他就是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是有补助的，申请补助的，是可以申请补助的。哎、社工有来吗？社工就没有来吧，对不对？一般没有，就没有，龙总龙总的那一个各管师而已。对，我说你配到各管师很猛哎、欸。对啊，而且他是念护理系的，他还不是社工系的、长照各管师哎、对啊，是各管啊，对，有差嘞。你看我们那种南部就没有了，你准干我这边各管师不来，我不知道。社工刚来，我阿妈的时候我还小，我只是帮忙顾而已。哦，对啊，最近是我自己我朋友遇到，是，但好像也没听，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资源。赞嘞，我觉得他真的是明灯。可能是有，我跟我姐哪里找？对啊，我跟我姐那个时候真的是毫无方向。通常跑服务台，然后服务台都一些志工阿姨，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肯定垂在那垂在那里，然后就一头雾水，就不知道找什么了。没错没错，无差无差无差。好了，欢迎大家来北投啦哈。啊什么？蔡哥，这个结论看不起我们北投啊？这个结论，蔡哥最近也想啊。
终于要开始认真的看房子啊、欸！欢迎来北投啦，你终究会用到的啦。三十年前这样也来不来了，现在不得了了，疫情过后这个飙啊，后悔了，后悔了哈、啊，蔡哥。好不好？嗯、小了，不来北投嘛、欸？以后我都用得到了。你可以跟阿嘎双人房。谁要跟你双人房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蔡哥现在比较喜欢跑步，可能年纪大了、哦、跑一跑，不小心跌倒的话，有需要。他现在要走一个健康阳光的路线啊！对对，他现在改了。对，因为也没有什么异性朋友可以约会，要干嘛？跑步最耗时间嘛、嗯，然后要跑跑短跑之后，哎，不然跑马拉松耗更多时间。哎，对，耗很多时间。然后跑完就要去健身啦、啊哦哎，然后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啊。阳光男孩就在耗自己的时间而已嘛。养生啦，他没有感情嘛，他不用约会谈恋爱干嘛、啊？这省掉很多时间，对嘛？省很多时间啊，时间拿来干嘛？投资自己，投资自己啊，投资自己不会错的，很棒啊，很棒啊，对呀、啊，早点来投资北投啊，终于轮到的啦，好、啊，欢迎欢迎啊，哦，阳明山养生村见啊。好了，感谢 B 哥今天的分享啊，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啦、啊、我们不代表下礼拜见，拜拜，下礼拜见，拜拜。拜拜